right, but I don't know if I'm through with you. You know, my heart's held up, the love come day by day. And I know the time is right, spend some nights with you. Do you want my love? Someone else's words in your mouth, someone else's hard work and research, taking you up in the world. Oh, never leave me out, I'm standing by the sidelines. Oh, never leave me out, I'm standing by. I watch it all from afar, heaven help me. I watch it all fall apart, heaven help me. Help me, help me. From afar, heaven help me. Just another brain on the campus, just another set of ideas, just another theory in motion, waiting there for you to steal. It must be so lonely knowing what you know. Leave me out, I'm standing by the sidelines. Oh, never leave me out, I'm standing by. I watch it all from afar, heaven help me. I watch
watch it all fall apart. Heaven, help 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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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ll watch it all from afar. Touch the sun.
사과할 서현지입니다. 오늘은 어제보다도 더 재밌고 신나는 인터뷰 진행해 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자, 그럼 우리 24강 귀조의 네 선수를 만나봐야 되죠. 첫 번째 선수 김정우 선수 만나보겠습니다. 안녕하세요. 안녕하세요. 아, 예, 안녕하세요. 네, 인사가 좀 늦으시네요. 네, 우리 김정우 선수 또 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 好，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AS》第二赛季第一集，我是主播阿奇，我是辉。我被自己的脸吓到，我跟你讲，这次训头绝对是有调过的，对，它是有，它可以调近远，但是调过，太废了，太近了啦！我刚刚就刚刚驱动程是改一下好吗？要准备开场都被自己的脸吓死了。不过你本来就大，所以是这样的，不是我还好啊，不大吗？ 还行，我觉得可以接受。也是看人问题，看人，要看整个身材。嗯，其实也是这句话，我还蛮认同。就像我有时候看到一些相机，对，像不全头的那个肚子大的，都很小。哦，都很小，手指头。啊，对，因为他其他看起来都很大。可是他手头看起来，所以你知道说很短，手头很短。我没有这方面的困扰，我那儿都看不到，我还蛮露。 多到你知道吗？手头看不到。我肉没有那么多，我还蛮低。好，一旦好，对不起。好，今天是播放第一组比赛。那今天我刚，如果你有看到选手名单，你刚刚怎么办？瑞，瑞就是在新来的成绩，也算是他讲成绩非常好的一位选手。他成绩是，我认为他成绩是世界最好的。在。 润有比SOS早出来，比润他蛮厉害的。有吧？我记得他是在，刚十八进来之前吧。对，那时候润不是拿一个世界冠军，对，Sen拿第三名的那一次，润是世界冠军，他们是第二名。对，还是我看了，华彬跟润是第二。我忘记了，我记得是润，因为我记得Sen是打败了大黑我，对，大黑我第四名，对，然后润第一名，然后华彬第二。 润曾经是站在世界之巅的，他原本其实，在那个星海夜赛据说是不差，但是当然不是顶级。然后后来看着巴西过来后，他就想一箭步，像后来那个看着巴西过来说最有名的那时候在刚过来的时候创了那档子神打。 不过其实，现在创意的选手拿到这个大，我就好像觉得，哦，是爵士还是国外的、啊？我有点忘记了。但我印象中是他最后一次比赛有拿冠军，然后因为后来是那个家里面的，爸爸好像家里面的，很可惜，因为他被誉为是世界最强的最棒手。 好，那另外两个选手还有火星，火星大家其实蛮知道，就是在之前那个他打的钢管怪，火星作为一个火星，他的打法也是蛮经典。他是那时候最有名是那个火星跟一个不知道谁，那什么忘记谁，某个强敌，然后两个人我不知道他们强了，超多几乎两个人都是非常完美，但是没错，那时候是他刚过来的时候的成名的一战，对对，不过后来成绩其实就算是。 我自己比赛有遇过，真的觉得还好，我差点赢哦。但是火星他打真的是他比较偏弱的一方，对。然后那次 IEM 我遇到他的时候是。 我真的差点，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可以这件事可以讲一辈子，我当然打。那今天你赢了，我输了，你有一个赢一奖杯，我当然打。我觉得没什么，我还浪费对不对？人家全没收，对不对？人家后来是出奇的斗神哎，那时候他后来去当兵嘛，跟他当兵回来说，我说他出国哎，好强。 好，那还有一个选手赖成，如果赖成的话，大家有关注新南希的也蛮关注，不知道怎么选。他就是他没有转过来，他就一直都在打新南。赖成，哎，감사합니다。好呢，另外一个选手我就不知道不熟悉了。그리고우리，不过今天其实大家我觉得吧，一般来讲大家印象应该是新南希，我觉得会很难看。新南希是火星队，不是啊？你说对，因为家里因素不打新南希，然后跑来打新南希，你知道吗？他当初因为家庭因素不打，然后他就。 가고 한 말씀 부탁드릴까요? 주에서 스타트에서 5월 달 다니고 그랬어요.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又回来玩，玩票性，玩票性玩到可以打职业。
他以前很，我跟你讲，有很多以前在新海的球员，他们转到了新海的球员，但是为什么他不回去打新海的球员？我不知道，你也知道，你也知道韩国新海的球员。눈설거지느낌그런느낌인데爆开좀전적이네나其实我之前会比较关注 Light 是因为他前阵子打的 Light 对他是一个설거지라고하셨는데저는팀에들어올때부터他是菜的，也不是我。你不要每次都这样哈，我是欣赏。一下喜欢做我菜，一下喜欢避暑，一下喜欢赖。他避暑蛮帅的，所以赖腿是多少迷妹都已经被他迷的。刚赖腿还没上来，没有，上来了，没有注意，好像已经上来了，感觉。对，刚才开出动，보여드리겠습니다。菜的，꼭기대를해보겠습니다그러면은짜다신이그짱이제우승자시잖아요아예거짱예不错我觉得用脚来说我可以用脚给你那스타리그에서의脚还有不错我是觉得我们用脚打二그래도이번이처음참가하는我们用两个青龙三张号组队然后用脚打我觉得我们可能打过적해야되니까并不是白赢没有我跟你讲我用脚跟打的我绝对不会김범성선수한테真的你觉得你用脚可以用昨天 Rex 跟开学打二打完最后是同一特价的，对，那你觉得我们用脚挖？对，然后이제팬분들에게또한말씀해주세요所以你觉得用脚二可以黄金吗？我觉得我用脚二，我不相信你的脚，特价的，你可以试一下。我脚速有60，玩痛苦啊，我有实力耶，61。감사합니다。我光看你那个冰脚用脚真的，我就觉得，마지막으로，这我这一辈子都玩不太到。你可以试试看吧。而且你用脚玩星海的时候，那个猫咪，哎，안녕하세요。它会直。我想妹妹过来吧，平常晚上已经最近不太理我，我在打星海就不理我。我只有玩那个孤星帝国的时候他会来，这真的我没有嘴炮了。但是我那天用脚打星海，他一直绕在我家。他觉得你在跟他玩，他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我是用我那时候玩是玩到用脚玩，就打。감사합니다。极难电脑。对，但是不是每场都赢，我跟家电脑实际差不多。你知道你在已经在比了大概将近五个星海。因为确实很厉害，不用玩强，有五球线玩家可能有没有？我都在青铜一打五，青铜三打五。啊，刚来肯定上过了，确定刚来肯定上。哦，第一个就是来，对。아니야전도자신있고나나그러면第一个是火星第二个是蓝星火星어자신감올라가고오늘이제자신이자신감이정말대단한것같은데오늘본인의성적은이거정부안가몇승몇패사오경기는이경기를이기면이승으로올라갈것같고이경기를지면조금쉽진않을것같아今天一样地图是끝으로이제본인을모르시는시청자분들이계실테니까어필한번이장地图是최선을다해서16강꼭올라가도록하겠습니다가장확실한목표였습니다감사합니다然后第二张是선수들의이제자신감있는모습을我相信你的英文好不好？你看我们用中文来讲。경기내용이기대가되네요선수는不知道第二张是什么？环形破坏者是不是？圆环破坏者。圆环破坏者。没有你还是 Google 一下它到底中文叫什么？第三张图是风暴之眼。好，第三张图是我最确定的，我大家 Google 一下，暴风之眼。对，那昨天 A 组的晋级者是那个避暑，跟那个芒果，对，两个都是神族哦，没错。其实这样子看起来，其实神族在现在的新海里面感觉没有。真的很劣势。其实我之前有问过那个收贝啊，问过 Sam 啊，他们都说神族其实很劣势，真的。他们说强势的是虫族跟人类。可是目前是，其实他们说法是虫族是强势。但是为什么人类也强势？是因为有 Flash 在啊？对，并不是说人类强势，是虫族强势，但是有 Flash。有 Flash。啊，没有 Flash 他自己打另外本两国战绩都70%多哎。对啊，他来毁灭星。他就是一个 bug 的。这个存在对，但他们那时候都说从神族是偏弱在星海啊，对，然后他们其实是想要表述星海二神族很强，了解了，那些我懂，来我怒翻译的，他们的翻译一打开为什么是什么？什么上山优雅？屁呀，不要乱讲话，我最近不看他了，我最近都看松松什么？这不好说，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以后再分享，现在在这种。
大众广，你知道吗？还是不要这样。我看导播哥已经受不了了，还不分享。他刚正在说松什么松。不错哦，松冈，好不好？我知道已经讲很多了，松冈后面两个字有差距。松冈不是以前做那个？不是啊，松冈不是那个冈，不是那个。还是做的松冈是松的？不是啊，我刚刚推荐那个歌是什么？好，妖兽 ，Apple。好，那大家屏幕上看到的是 Apple 的新，他之前在星海的下二战记，我觉得。这翻译很烂，断路器，哇！你看他是可以看的，对不他应该有别的翻译吧？他不能做断路器。不然你查那个 C I R C U I D。他 Apple， 我觉得他的星海一的战电路，电路坏，听起来怪怪的。好，不要输来到断路器，要在断路器的左上角。这翻译好烂啊！这个是 Light， 两个，不，火星跟 Light 的弱势，账面上的战绩来看，我觉得活动之间。我记得在 Apple 第一季的时候 ，Light 打的。那我们看一下他的战绩，有 Light， 你看他在 Light 的战绩是71分。然后，但是他在打那个，他在打重组的胜利是他整体战胜利来的，就是他打重组团结队，没错，两分。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什么。Benjen 笨。然后，我觉得你要把它翻韩文。第一张脸是笨哦，哦，翻韩文。你要把它翻韩文，再把它翻中文，这样有这样子吗？来，开始吧，很笨。这两位选手绝对是好看的，因为其实这两位选手都，在星海一有一定的强的、一定的地位跟实力啊，算强的。对，那 Light 他是一直以来都一直在打什么？对，这两个在星海一都是前段班的，虽然说，那个火星他有大概一两年时间是没有打起来的，不过你看他火星四段，然后七度，你以为他为什么叫火星？为什么？跟火星的脸，长得像火星的脸，一滴。是长得很恐，他是长得有点。其实我之前对那个火星的样子就没有，我是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可是他最近很少打到那种混，但是都是那种可以打到作品。好，这场比赛即将开始，由火星对上 Light 是一场 PVP 的战斗。地图来到是笨鸡，分整。好，地图来到是分整。我们练英文好了，练英文。重重的章交给你们。对啊，好，画面上带到的，在地图右上方啊，是火星哦。你的视野细不看。地图左下方就是 Light， 橘色人类，人打虫。我们好像还没有转播到人打虫。对，我第一次跟阿吉吉播人打虫，所以我们才讨论到这件事。其实我上次看到的龙人打虫生化直播了。可是听说，其实在，在这个星海一来讲，人打虫的那个生化跟机械人，看打法。对，看他想不想打。其实就像那个星海二也是啊，人打虫也是参半。对，不像 TVP 已经是完全的机械化了。这个是谁打出的？那个 Light， 看起来应该是 Light 打的。他一脸猫很多样子，看向旁边。没错。猫非常多。TVP TVD 的话，让我想到了一场，这个应该很多人不知道。在2000年，2000年不对，2001年啊，那时候 Slayer Boxer 就是电竞那叫什么？电竞皇帝的，对，他就是包哥，他要来台湾。那时候包哥还很年轻，那时候包哥才20几岁。嚯！太年轻了吧。对，然后那时候来的时候，他跟收贝打了一场表演赛，因为收贝那时候刚拿那个冠军嘛 ，WCG 亚军，亚军。然后那时候他跟收贝打表演赛，在那个台北车站的 Nova 啊，那时候 Nova 上好像倒了，我不知道，反正那时候还是说，或者说那时候不叫 Nova， 忘记，反正就在台北车站旁边。然后后来他们那时候打的时候，包哥就是他怎么打收贝呢？他空投，
一船兵，里面有一支那个医护兵，一支火焰兵，然后加一些陆战队，靠那一船把守备打的魂飞魄散。对，因为那个打法很，那时候那种打法很少见，就是那时候人打虫还是以机械化为主啊。然后难得看到包哥用生化，而且包哥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的游戏啊，你们在玩星，我们大家玩星海的时候，大家移动那个画面的时候，都是把画面在边边嘛，这样子切上下左右。包哥是用键盘的上下左右。哦，真的假的？哎，真的很难。所以他是边打，右手会离开滑鼠去按上下左右。不是，说左手会离开滑鼠去按上下左右。我想说，如果你边用手，那对，你这样说话怎么办？是这样吗？他是用左手移动，然后去按上下左右去移动那个画面。你不觉得扯吗？世界冠军这样玩，我觉得超扯，因为我觉得超扯，完全没办法理解。因为其实这一个是算是，老实说，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必要的东西。对，我完全没办法理解。但是包哥他是这样玩，对，而且我就蹲在他旁边看他这样按。所以你有回去有学吗？我没有学啊，学那干嘛？我试试看，后来发现白痴才那样打。因为用花指上一个动作就可以做到的事情，对啊，为什么要用备用另一只手？对，但据说这样的做法是你可以比较精准的调到你想要的位置。哦，喇叭嘴。不过说到包哥啊，其实包哥在自由之翼初期的时候，他其实很有实力的。自由之翼初期，哦对，是他其实很强哦。对，但他其实就是我如果只能说啦，就可能那时候比赛运动好，他都遇到当时可能蛮强的人，或者是他可能在一些决定性的判断上面有错，但其实他当时的操作跟战术来讲，他是很蛮顶尖的一个。那时候 Sen 也有遇到比赛中有遇到包哥，对啊，对啊，我记得是 Sen， 是吗？包哥赢吗？我连图都还记得长什么样子，只是忘记叫什么。因为当时的包哥确实是有实力的，大家可能因为像比较多观众可能是以成绩来决定这个选手的价值，对。但事实上，我们有时候我们像那时候那选手我们在看的时候，就是主要是看比赛内容。好，那现在来比赛已经重新开始了，这边重组应该是直接裸双哦。那人类选手这边则是一个正常的公开哦。背景声很大，因为我们这一次换了孔哦，所以可能声音上会比较大声，因为旁边没有吸音还是什么关系。变成瓦斯，好，这边是裸框，我在辅助侦查。背景音有点大声，真的假的？好吧，这应该背景跟那个声音吗？我看看我调一下吧，我去看一下。还在小吗？这样好一点吗？我看一下。它有隔，有好一点吗？它已经很难再微调。我们刚刚已经让它减少大概三分之一了吧。对，因为让我看那个声音剩两，我把它一格减掉了。对，我们听一下，这样背景音有好一点吗？不然如果可能还是这样的话，可能就是那个噪音干扰。那这样子有比较好吗？是它这样子。咚咚六咚六咚这样比较好啊，六咚六咚，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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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播收音也哦，那这可能就没办法，因为我们现在是换到另外一间。对，这可能跟有吸音还没有关系。好，那现在人类这边是，我人类打法其实他是直接判别佛，就是你跟你讲的那个，他直接封口，对，直接封口。一定要封哦，那个狗昨天狂，但是进不去那个缝，狗是可以的，所以陆战队进得去，狗也进得去，那表示陆战队没有办法躲在那个缝。然后人类是双飞机场哦，双 DS 哦，把一个奇招，他应该是要出死灵石，对他应该要出，然后用死灵去清王虫，还可以骚扰。哇，我其实之前播的星海一比赛，我没有判，很少看到这一招，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死灵是，你可以把它想成女妖啦，可是它可以对攻，它没有像女妖的那么，如果说以骚扰攻兵的话，它没有像女妖那么强，对，但是它可以打王城，就等于是它是个可以，我觉得它的定位比较像维京，是的，但它可以隐形，它可以隐形，但它对地真的没有那么。好，那现在这只蜂，到时候我觉得这个蜂已经看光了。死的时候好像死了家具，我看到罗根塔。我开始看他出什么。好，我看出来了，
什么？是十四，没错。明明就没有生产列表，我看出来了。哦，有一台是那一台是那台在飞，是那工兵啊，还是那什么？我就跟你说，它是出十零四，因为我是赛品，你知道吗？好，我是赛品，我不会讲错的，你要相信我。没错，好，我相信你。它出十零四，两个飞机场有没有？有。对，十零四，然后它挂了一个附件，因为它的拉伸引擎。然后他等一下会看情况，因为他刚刚已经有征兆到对方是走那个螺旋塔，对，所以他会看情况，真的可能会出一点那个女武神战斗机，女武神战斗机它是，比解放者还猛的对空单位，对，所以它整对空，然后它是扩散的，然后对空真的超，就是强化版的解放者，所以其实你单只能对空的解放者，其实这已经够强了。好像直接强杀空兵，真的有点那个。但他其实没有那么痛，其实很痛啊，好不好？他总共要打六下才会死。哦，可是他攻击间隔蛮短的，但跟女妖差不多。但女妖是两下嘛，那他是要六下。哦，其实很痛，就两个。好像那个这个实验室的那个实验室战斗机的那个速度已经提升了。哇，糟糕，这个是爆冲。哦，好像会炸到。他这个鬼马枪应该是会，那个实验室应该被炸到。嗯，好，那这边。这个速度感觉这条虫有点追不到，对。不过其实已经蛮赚的，对。刚其实我自己算到，那杀五十公兵啊。其实星海一跟星海一有个决定性，就是他们工兵的存在感。对，其实星海一很重要。哦，你只要看他杀那几只，事实上影响是蛮大的。哇，这个是给你手势比非常过分哦。哦，有一只死尸出来，救命！已经被抓到，救命！啊！这个要不要用另外一只去射他，然后一直跑？对，啊，现在手机应该拍够，因为他是要控制。哇，有隐形，有隐形，两只都隐形，哇，牺牲好。但是这边有飞糖，不过隐形打飞糖，飞糖是打不到他的，所以他可以白打飞糖。飞糖表示我千里赶到，怎么被这个隐形呢？追回去，而且王虫应该在后面。王虫跑很慢，所以没办法，他是要升那王虫速度，反正跑很慢，太慢。那这边，等下直接转出女武神的话，等下飞糖就比较没有什么效率。他这边还盖着，他盖不会到出大楼了。星海一大很强吗？星海一有大很？没有吧？我在思考。对啊，我正在想，好像没有战群剑哦。哎，说到这个就感伤啊。星海一只有死灵士跟那个女武神轰炸机跟那个科学球。对。说到这就是很感伤。然后。有是不是？但太久没打了，所以说是有大盒的，但是他那个大盒跟二代的不太一样。我想二代的大盒跟就是垃圾。我想你二代大盒一出来，大盒，二代大盒一出来，我跟你讲，对方都小了，对方就说哦赢了，为什么二十三个？做 PPT 二十三个就会出现。然后盖那个核融合聚变应该是要出那个吧？我觉得是要先出科学拳，我不觉得他是要直接跳大盒。一代大盒是神，你好 ，A87 说一代大盒是神，不管是航母或是大盒这种东西，到了二代就是变烂烂的。我跟你讲，至少航母，至少航母比大盒还有什么？大盒真的破烂。你还记得我们之前打的时候，你跟我说，我跟你说我要海大盒，就海，你海航母海大盒打不动没错，你不要海大盒，破白痴，超烂。哦，这个狗直接被这个帮还有这个。然后直接解决掉了。那这边，其实我觉得他们的影响还蛮方便的，是不是？他们应该没有魔条吧？我记得有啦，有吗？都给你玩就好。那你如果没有魔的话，你从头到尾都隐形就好了。很好，我真希望我可以出一个不用魔。对，这边果然是出科学球。要不甩掉，不要保，信不信？哎呀，被打爆了！打爆！但这边有一个，这个雾气丢火身上吗？对。很痛哦，一代的生物都很硬，我也很硬哦。跟你玩的是二代，没错，我也是可以玩。这个防空塔怎么让他打掉了？我觉得非常帅。对，哇，糟糕，我觉得这直接哇强点这个、哦、太亏了吧？只是这个伤害有点不太够，要被非常打爆。他这边有突击武神啊，这边是打算用防空塔跟那个碉堡来。我觉得太慢，他刚刚其实第一时间转女武神，我觉得只要两台啊，配合这个时间，我觉得就可以走。
况，更何况被打成这样，然后打了，人类的吧，这人类已经亏到炸天了，对。他被飞狼甩死啦，这飞狼太强啦，没错。哦，奇怪，他觉得一代飞狼也好猛哦。那其实一代、二代的飞狼都一样强啊，只是重点是二代的枪兵太强。哦，你不要讲啊，二代人类不出枪兵，对不对？不是，你用，如果你二代的枪兵跟一代的长一样，你也不会想去枪兵打。我想绝对不会想。对，他那个枪兵 A 过去，他是很稀罕的，就是一个过去，他不是区域过去。但是你飞狼是可以一个一个把那些一个一个来的点掉，对。好可怜。反攻无视，剩下一个飞狼。其实我这样看起来，我觉得二代防空炮塔那个防空炮塔，对，嗯，我觉得是修理的机制的关系，因为二代的工兵，哦，好，这边 light 直接打出去，因为二代的工兵他们在修的时候可以很自然的排上去排起来，没错，但是一代的会互相卡一卡去，就是我要修这个地方，另外一把排住，把它修起来，对，所以说他修起来的那个效率没有像二代那么单位碰撞，所以为什么打二代的时候我一直说，你觉得这合理吗？这碉堡这样硬修起来，二代就不行，可以啊。一代是不行的，一代是很难修起来的。可是，一代修理是不是应该比较快一点？如果是那一样啊，差不多、啊，差不多。只是他那个修的时候，他人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全部连在碉堡上面排出，差别在这里。也是，一代、二代的一个碉堡，只要旁边有 AC， 想要打爆他是不太可能的事情，白死。设计有问题，里面都有啦，除非神族三不朽，直接把它崩掉，伤害太高，对，修过来。可是基本上除了那个东西以外。你要瞬间秒排的，真的。好，那第一场比赛呢，就火星哦，取得比赛胜利，晋级这个胜者组。这个脸关，就这样。我怎么看他会觉得他人气比较？我怎么看都觉得昨天人多是因为有避暑。有可能哦，下面可能有一些他的那个米粉。而且明天，昨天是那个开幕赛嘛？啊，对。哎、欸，是吗 ？A 组算开幕赛吧？如果说昨天是开幕赛的话，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子人比较多。对，好，那下一组对抗呢，则是要转播的是 Red 对上 Force。好，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不要开始，我们再回来。이건영화속이야기도누군가의막연한상상도아니야누구도기가를본적은없지만이미기가속에서살아가고있어이곳의사람들은감염병을두려워하지않아빅데이터로병이퍼지는걸막아주니까재난에절망하는사람도없어어떤상황에도안전통신망이세상과연결해주니까에너지를걱정하는일도없지복합에너지운영시스템이알아서관리해주거든이것이 KT 네트워크의힘미래는기가로이미시작된거야 KT광공시뮬레이트체험관에있거든요오늘함께승무원분들이랑같이먹어보면서소개해드릴거고요오이게더신기하네요오오한번드셔보시겠어요네미겸정도한입씹으면요입안에유증같은게확터지거든요리액션한번만해주시면안돼요호호아유감사합니다아이고기호에따라서선택을하셔서맛있게드실수있으실것같아요덕분에네잘먹었습니다큰김치사발면큰튀김우동사발면편의점에서구입할수있어요와근데이거봐요오그냥진짜생김치네오김치건더기가엄청나게부짐해요김치찌개느낌쿠키같아쿠키뜨거운거에넣는데바삭바삭한게남아있어솔직한맛평가김치건더기가진짜많아요
요거는 진하고 우려낸 듯한 느낌. 튀김우동이 되게 매력적이다. 오늘 이렇게 보니 나 심쿵. 내 껌님 내부에다 뽀뽀를 해주세요. 아니 내가 엄마 친다. 뽕뽕뽕 누리야 봄. 마블 히어로즈. 제가 사실 이제서야 발전을 겁니다. 마블 소속입니다. 이제 이 로파이더맨과 함께 마블 좋아하면 키우는 거 재밌을 것 같아. 재밌지? 와! 유저들이랑 다 같이 막 이동을 하면서 깨지는 거라서. 마블 히어로즈 2016 마스터. 자기만의 캐릭터를 육성하면서 활용해주는 게 굉장히 중요하네요. 파워. 그린 고블린, 고스트라이더, 나이트 크롤러. 취향 적용하셔가지고 플레이 하시면 됩니다. 개인적으로 난 아이언맨도 한번 플레이 해보시고. 여러분, 피퍼 찍으시죠? 여러분, 이거 보신 분 있는 분? 토니모리. 이거 봐, 여자들 이래서 메이크업을 해야 한다니까? 디제니께서 포토샵을 현실로 안 해라고 하셨는데. 오 마이 갓. 사랑한다. 지워지지 않아야 되는 게 포인트야. 이렇게 푸시하는 거야. 눌러주면 돼요. 이렇게 하라고. 어때요 여러분? 야, 너무 예쁜 거 아니에요 지금? 앞으로 더 많이 사랑해주세요. 세상이 미래를 상상할 때 우린 미래를 만들고 있어. 우린 자동차와 도로를 연결해 차들이 스스로 움직이는 길을 만들지. 빅데이터로 금융의 패러다임을 바꿔 은행을 찾아다닐 필요도 없어. 그래, 미래는 멀리 있지 않아. 우린 글로벌 기업들과 힘을 합쳐 5G의 세계적인 기준을 만들고 있고, 누구보다 먼저 평창에서 5G 세상을 만나게 해줄 거야. 이것이 KT 네트워크의 힘. 미래는 기가로 이미 시작된 거야. KT. 大家好，就是欢迎来到FL第二赛季的 B2 的比赛。那目前已经来到第二场对抗了。那刚刚第一组是由这个火星巨石胜者组，那第二组则是由 Red 来对抗 Boss。Red 这新 ID 也是打什么？波斯吧？啊，不错，听说不错，帅不是？你这样在看我，然后我很多看很多 Red 做的东西，都不好说。我是哪一个？啊，对哦。都买柠檬红茶，让它北齐。我不太敢喝茶，我不觉得柠檬红茶喝起来还不如直接喝可乐，对吧？我也这么想，因为柠檬红茶就是一个
不好喝，但是又会给你发胖的，对，那你不如喝水。对，就有很多女生喜欢喝柠檬，还有一个是冰糖果干，比较好看。不要看好吗？它是无辜的。好、哦，豆子，豆子怎么了？你是问我红薯啊？练。你不要看他论就觉得他神族好吗？他以前是玩人类的，是不是？你肯定一点嘛，来给你肯定的答案。他以前是玩人类的，应该是玩人类的。你给出来，应该是玩人类的。你觉得他是什么族的？不要挑战你。他应该是玩人类的、啊、以前啊。所以你觉得他是人类？对，所以应该是一个人打的。No， 他现在是玩神族，他在玩人类，他玩人族。他应该是玩神族的，应该的。我一直就看他玩神族的哈。你这妹子用那些很恐怖的那种动作跳，我好难过。不好意思，导播会跟我们说，我们一定要边吃边播，不过我够逼了，因为害羞，弄得肚子饿，不要买了。我们不在你面前吃很香的，对不对？大平台是大鱼的。好，第二场比赛第二场比赛开始了，是这个 TVD 认对上 Fox。其实真的不是防空塔没用的问题，是经济也算，因为那主要是非常甩，非常太强。而且星海一跟星海二的甩非常的概念完全对，星海一的甩非常很难，但是他甩起来真的很强，很强，知道吗？星海二的甩非常很简单，但是他没有那么容易，没错，因为其他的单会加强。好，下比赛开始有第一组的。哎、欸，刚没看左下方，你看左下方哦，是我们的 boss 鱼米眼，自己鱼米有个小一条线，鱼米眼很大，左下角，你看，哦、你有看，你觉得他眼睛有翻开吗？我眼睛是什么图？不知道，断路器。没错，张总就是断路。你叫我中，你不叫我翻文翻中文。就叫断路器啊！刚刚你误口翻译过，超雷。会猜虐菜，先猜虐菜。哎、欸，我这个没有看过 BOSS。德瑞好歹他之前是 Cut Spa 的选手，但是他可能在星海一上面的成绩比较没有那么好。啊，这、就是他的那个星海二的，就是超值。星海二，超神。我也曾经蛮喜欢大鱼的。老实说，我觉得他的打法是神族玩家可以学习。我跟你讲，那时候去上海打那个不知道什么杯，国家杯还是什么杯的，然后到上海站的时候，大雨神就在那边。妈，我就在后面看大雨神打，嗯，真的有够强。那时候真的是他最强的。对。其实我们那时候在讨论，就是有些选手是可以学习，嗯，有些选手是不能，自己风格太强烈，根本就学不来。看法训。对。好，这边这雨神应该是要直接裸装了，我觉得他直接裸装了。然后同时间前面的一只看着基友在这个做这个主导装状况面的，不过这么我看起来是冲突已经要很熟了。他们两个已经是绝在一起，好烦哦！你看这好烦哦。我想大雨神就输了，很烦你。哎、欸，这是拖十秒哎、欸。哦，看。人家都有机器都盖到一半，然后大鱼的同时也把机器继续放下去，人家都逛得刚好，刚逛，好，这边狗出来了，好，这边直接一个裸创后直接 BF 开了，那这感觉上开始其实老实说我觉得就有一点优势，因为这个机器真的是不太强，其实像刚刚那种情况就让我想到为什么昨天虫族在打。那个避暑的时候，他要狗速猛嘛？嗯，不然他要狗速开。对，是因为他裸装被挡了，是吧？我就觉得刚刚挡的时间太久了。刚如果我们从最早那开始挡的话，估计挡了二十秒了，超扯。好的，就从在左上角的偷了一个单矿。不过他没有放个水拿去扛，对，说新来的话可能就放水扛，没错。那这样子狗直在自己的周围巡。哦，这只狗们还没死。好板哦，太板了吧这个。啊，那物理没关系啊，追到，然后追就不追，累了。
太扯了，太扯了。哇，光一只公兵就已经拥有全部的资源了，哎、欸，不，有全部的情报。还、啊、有一个，还有一个点，新海一的重组单位在重态上面，嗯，它的 buff 并不是速度变快，嗯、是回血增加，回血从原本是一变成三。所以基本上你前期狗没有敌入的情况下，你要追到公兵是有影响，那他们是越来越差越远。对，哇，好赚哦！所以说新海二是狗有点太强，确实。你看新海二三本还有狂狗，是吧？狂狗以后下一页有啊，狗根本嗑药，你知道吗？下一页有好吗？你这样你要黑到黑到底嘛，不然平时才扎实。太扯了吧！哎、欸，这公兵没死哎、欸，哦，还在，哇，他绕了一圈回来还在，你敢信？他一定觉得这公兵有够白痴。哇，哎、欸，真没有看到，有吗？有看到吗？没有，他往那边看到，可是他已经进他二本之间了。那他没有看到魔术塔？对。哇，细节，好像是直接去左上角找那个三矿，你看，这，酷酷眼。看到，看到，看到，好、哦，真的是虐菜。这三只火还打不进这个房子，他家卡位，卡位，知道该怎么做。大宇哥开房到现在，他的攻击棒还没死，在大宇哥这边转，他的人还在反击。对。好、哦，不用多钱，一个非常高的攻击。就是画面很难看到，反正是在卡，没错，他卡位，他卡就是卡了一个完美的位置，所以我们都看不出在哪里。太扯，怎么画面那么差？应该是他们自己游戏能力强，伺服器的关系吧。他们打，他们在比赛的那两场比赛，嗯，我看这狂就哇这个，哦哦。反正有点。我这画面这样瞬间加速，哎、欸，不是哦，这感觉是，这感觉不是游戏的问题，就是。好，那我们先看一下哦。在海妖人已经到从家里刚出来了，然后再出来了，对，都会出来。我已经有一台已经到他们家了。这边就直接出那个，直接就出那个自杀虫。哇！他只出一台哦，拿出来吗？他不要，他只出两台，然后直接转闪电，超片面。哎，他是当 DS 的、哦。哎，刚刚雨神有看到对方的飞龙塔吗？没有吧？他应该没有，没有，我觉得第一时间应该就没看到。好，这边你倒出来。啊，对了，星海一的 B 一，嗯，他看上去是闪电跟引刀术，他不是核装备，不是癌症行业。如果这东西在星海二就开始，你是无法判断，也不是无法判断，就是你。你会不知道他直冲电梯还是直接跳地板，可能就是看到的东西就要直接走。他必须有王朝的武器，不要浪费。哥其实打蛮稳的、哦，第一时间其实，还好还好，量够多直接死掉。这边要过来看看，怎么办？小心点，都没事。但是这是软硬，他那个只要把王虫打掉，一刀就无敌了。哇，那太多了吧？啊，一刀无敌啦！他不是敢攻兵的对手，没错，他要砍那些，砍不过啊。我觉得都行，因为基本上我觉得啦，他现在杀两只工兵跟砍掉那个地主，然后又替他拉工兵，哦，两工出来，杀三只工兵哎、欸，其实还蛮赚那一只一刀。
그런 밥. 其实这几场看下来，我觉得虫族他直接出螺旋塔也是被迫，就是因为杀神族打虫族几乎都是海盗。其实我跟你讲，这个东西不是现在才有，十年前就是这样。对，那他们为了要防海盗机，所以他们就只杀虫族。我要说，我看下来这场，我觉得啊，就是后他的打法很好。对，一般来讲，虫族应该是二十七血，不要打虫族之类，那我就虫族这边。可是我觉得他打的有点被动，被动就是他看到对方什么，他还转什么出来打。但其实这种打法是不行，因为你永远分不到他的对手。而且像刚刚你们发现，他其实刚好在中间，他其实第一时间海单了，他被我打出去，被我打出去。其实这我觉得比较。会的东西，好、啊，这边，这边，哎呦，这个团打到这整个卡住，我团好强哦，这已经输了，放，这放完要走了，谢谢大家，因为我觉得这手臂大伤了，打攻兵，因为他用攻兵打，这已经跟。的没两样的，下一波是比较凶啊。对啊，这怎样？黄山是白球，这是星海二打法吧？我跟你讲，他就是星海二专业选手，他以敏攻逃。他这打法，我因为打从一开始在看刚这一场的时候，就觉得他这打法跟目前星海一的组合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就差不多，但是有点细节上有点不同。对，就直接接了黄山就来白球过来，之前打虫族应该是闪电啊，重击团这种。白球被围殴，白球被围殴吧。我觉得现在他就是拿经济在跟你换，跟他们没办法，而且如果不比较三矿打三矿，这时候虫族正常应该是要。矿有点低啊。一代的矿山式的血比二代多20，二代是80-60，一代是180-160，直接差掉了。所以一代的狂是血量跟二代的弱弱弱。好亏啊，这个中招开了，暴子打出了GG。好，最后第二场比赛有这个 Rip 成功击败了 BOSS 晋级之后的胜者组。加油！那其实这场我们刚看起来的话，是觉得有些实力不在，就是一直从头到尾被压的，光是一开始工兵就把人压着打。对，工兵把人压着打，拦截机又把人家压着打，然后引刀又赚到一点东西。对，最后直接用一个很心海二打把狂刃是叫白球，真的很少见的，因为你知道你拿那个什么闪电啊，你拿闪电或是你拿两个引刀来合白球超级贵，是一代的白球只能用引刀，只能用那个高阶，对，高阶合，嗯，然后你如果是引刀合是红球，红球样，对，然后他那样合其实很伤亡，没错，我用一个算是蛮，星海二思维打法，其实我觉得星海二在打虫族的时候，如果你知道人家会出大量智者，你可能也会考虑用超多的狂力在白球上打，对，也可以。所以我刚看下来，我感觉星海一的白球比星海二弱，对，感觉上是确实。星海二的白球的扩散，应该说你只要是任何有扩散效果的东西，在星海二都不强，因为星海二的部队会聚集，星海一的部队是分散的。对，好，那我们再次攻击任晋级这个胜者组。那下一场我们要播放就是由，应该是这一组最精彩的对决。有火星要对上 Rain， 好，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不要开始，我们再回来。이건영화속이야기도누군가의막연한상상도아니야누구도기가를본적은없지만이미기가속에서살아가고있어이곳의사람들은감염병을두려워하지않아빅데이터로병이퍼지는걸막아주니까
재난에 절망하는 사람도 없어. 어떤 상황에도 안전통신망이 세상과 연결해주니까. 에너지를 걱정하는 일도 없지. 복합에너지 운영 시스템이 알아서 관리해주거든. 이것이 KT 네트워크의 힘. 미래는 기가로 이미 시작된 거야. KT 오션앤 엠파이어 깔고 들어오세요. 개꿀잼입니다. 바로 시작합니다. 와, 전다 올라오고 있죠. 그 멋있죠. 보는 것도 개잼이다. 근데 하면 더 재밌어요. 자, 이제 그럼 나가가지고 공격을 한번 해보겠습니다. 함선 건조. 여기서 함선을 만들 수가 있어요. 실시간으로 이런 식으로 함선이 만들어져가지고 나가는 게 보인다라는 거죠. 자기 만든 함선을 또 꾸밀 수도 있어요. 돛도 제가 이거 꾸민 거고. 개물개. 좀 위협적이게 생겼네요. 등껍질에 밥 비벼 먹고 싶네. 와, 레벨업 7입니다, 여기들. 쫙쫙 올라가요. 너무 섰어요. 라면의 맛은 너무 섰어. 이 뜨거운 물에 들어갔는데 이 식감을 어떻게 살린 거냐? 그리고 큰 김치, 이거의 중점은 그거야. 김치가 필요 없어. 가자, 편의점으로 고고! 고고! 최고. 베스트 제품을 짜잔! 더 블랙티 런던 클래식 세럼이라는, 이게 안티에이징이 이렇게 있는 제품인데요. 짜잔! 이거! 이게 딱 파운데이션 같은 색상으로 잘 나왔어요. 이거 바른 날에는요, 여러분, 그냥 화장이 아예 안 번진다고 보시면 돼요. 짱이에요! 이거 진짜 너무 예뻐가지고. 예쁘죠? 아, 예뻐, 예뻐. 이 색깔 봐봐. 네, 좀 신기하죠? 와, 굉장히 특이한 모양. 와. 오! 오? 돼요, 돼요? 오? 이거 조금만 해가지고 다 배우면 될 것 같은데? 혓바닥 모양으로 된. 닭발 같은 모양 있잖아요. 미키마우스 손 같은데? 예? 차홍 선생님의 기술력을 한껏 담은 제품이 바로 이 스타일러고요. 차홍 핸디 스타일러 많이 사랑해주세요. 세상이 미래를 상상할 때 우린 미래를 만들고 있어. 우린 자동차와 도로를 연결해 차들이 스스로 움직이는 길을 만들지. 빅데이터로 금융의 패러다임을 바꿔 은행을 찾아다닐 필요도 없어. 미래는 멀리 있지 않아. 우린 글로벌 기업들과 힘을 합쳐 5G의 세계적인 기준을 만들고 있고, 누구보다 먼저 평창에서 5G 세상을 만나게 해줄 거야. 이것이 KT 네트워크의 힘. 미래는 기가로 이미 시작된 거야. KT.
好，那还就是说 NLAS 第二赛季的 B 组比赛，那目前进行到了胜者组对抗，那这一场则是由瑞尿对上火星哦。哦，这双方这两位选手，其实在星海一、星海二，星海一我不清楚啊，但是星海二他们是有交手过，但是他们当时的成绩实在差太多。瑞就能够被称大雨神，对，大雨神成绩单特别好，不错。那火星在星海一的实力就不用多说了，其实也是颇强啊。其实星海一我对他印象就充满，然后其他就还好，尤其打分特别弱，所以我才有机会嘛。是，差一点的误播嘛，真的差了一点，真的。我懂。你的话对，那个当下感觉就像是我180人口的哨兵闪哥，打到他的二矿跟三矿中间，他200人口的蟑螂是谁？哦，你知道吗？当下那个情况就看我表演，我只要操作好多，但是我紧张了，所以我知道你是输给你自己，你不是输给了火星，对不对？没有，我只是那时候一个判断，我先切回去营运，再回来，排名过，了解。然后想，你都过去了，你打赢九奈，你打赢战神、斗神，九奈他也跟我讲，你在电视上狂虐他，哎，这种壮举我谁办得到？我狂虐他，是去航母，你知道他原本是来台湾开开心心度假，度假有没有？我放电一下选手，对不洗脸，对不洗脸，你可以知道他当下的心情吗？被他打那个 DS 上战士，真的太好笑。对，好，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来，在地图的右下方是我们大雨者，在地图左上方则是火星。而且那时候 DS 对九代放那一招啊，我也超常用，真的强，只是我们进攻的角度不同。他是从那个刹那家洞穴的黄金矿那边放水，我是从那个旁边，就是很多人会野 BB 在那个，只能那个野 BB 那个阴影处，我是从那边进。啊，你这样想，我就他是玩闪追嘛，对不对？确实是玩闪追，对啊，差点赢。说实在，我真的觉得差点。好，那这张地图是风暴低，有没有人知道？张图你还念不出来，你真的有点实力。对吧、啊？艾贝卡的颜值很短，所以其实之前我还蛮喜欢在艾贝卡播新的，因为你可以第一时间跟那个观众嘴炮。不过像最近那个金巴的不见，好像太忙了，干嘛？他是那个，我记得他也是导播哥，他是那个澳门节目的导播哥。好，那看一下、这一场雨神第一时间没有办法。不说这个二矿主啊，这边火星已经直接把二矿已经放下去了。那这边哦，难道说，哎呦，这是要啊？哇！利用这个那个爆炸的卡位哦，进去了。我跟你讲，要盖只有不捐竭的神族哦，没有盖不死的虫族，好吗？对。哎呀，爆了！没有盖不死的虫。哇，糟糕！我觉得不怕，有点难盖，有点难盖。啊啊啊！没位置。詹姆没有盖不起来。我跟你讲，他没有拉三只。哦，有没有看到先爷爷场再光炮？有没有看到？他是为了卡位好吧？只是不让你来打这个而已。这样比较好吗？他把他挡住啊，光炮就一定可以好了。但其实那个地方应该是炸瓦是进不去的地方。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当新来就打一个。工兵有点危险啊！这工兵不能死哎，这工兵很团结，他一下再补一针。哇，这样有点危险，这样还不如不打。你看这边那一颗，你看这边光炮，没有光炮，莫名其妙被一个远程攻击。对，我开回护盾的话，糟糕，打到了，这应该是盖起来了。哦，这时候狗出来了哦，看这狗怎么第一时间做一个救援，来得及吗？来得及了，来得及。哇，两光炮出来，他只能变成菜花的形状，没办法变谁跑变菜。可以知道这样吗？很难听的比喻，太花。那这是个蔬菜啊。不过老实说啦，星海一的狗打的弓好弱，打什么？我觉得还蛮弱的，打光炮，对，很强吧？很强很强，说错了。星海一的光炮很硬哎，你不觉得吗？你看一下谁家，很硬哎，星海二的光炮很硬哎。但是六条狗最好是可以打到那种伤害，200D 而已。星海二也是200D，我就守住了，守住了。刚关键那个工兵可以远程喷那个水枪，看不到。啊，守住。这样大一点，
这个，其实我们看这种局都是要看一下我们攻局跟那个就是转换的那个，因为其实没有死到什么的。对，别忘记讲，就是星海一的那个攻虫是零狙攻击，好扯，他用喷的，不用夹的，对，用喷的。星海二是用夹的，他用喷的。好，这建筑学做起来了，上面那个狗一溜进去，从你的身体口就爆开了。这边直接往这个大学城加一座了，我这边只是试探而已啊。我觉得会强行六，会直接进去，对不对？对啊。哎呀，就进去了，哇塞啦！看这是先拉出来了，直接在门口做一个阻挠。两只不能让它上血坡。对，两只啊，好。我觉得还可以接受了。我觉得重组装。这个刚刚那种情况是一定要六，如果一旦六到主矿，然后神族没有在那个斜坡旁边挡住的话，神族最长不用打。会亏翻，嗯，下一那个狗不是开玩笑，很恶心，太恶心，你那亏翻了。好，那这边一样哦，直接放下自己的 VS。感觉上现在这个局势来讲，火星打得蛮顺的，有死。现在一样是新技能，对。而且这一场我们会看就是。毕竟上一场大学城不能是美餐，他那个地工地之工就是赚到不成东西。那现在这一个情况下，火星在前期有优势的情况下，三矿其实放得蛮高，而且也不用偷。这两只狂安是来做第一波骚扰，先走。两狂直接往三矿那边走。这个狗量过多吗？好像不多哎、欸。而这边火星也没有人分科技，我们就直接插着矿。以前的狂人真的比较强，现在的狂人真的蛮强。你说什么？以前狂人是比较强，现在的狂人真的蛮猛。可是我的星海一。我说星海一的观众，星海一的狂人是真的吗？因为他血多20滴啊，他其他没变就是血多20滴。哎，重点是狗很难包、啊嗯，现在比较好包吧？对啊，二代比较好包。你看一代那个不，你觉得狗的位置知道吗？哇，又卡一点，就是这二代的后怕。吃得出来，哇，吃得出来了。我这次就没有很脑，还出那个刺杀虫。糟糕糟糕，我觉得就是实力吧。像上一位同学就是，你知道吗？什么都想爽，嗯，我什么都爽。我还可以。先出十狗。可以。哇，这血量还行。我觉得现在火星的经济来讲还不错，但他三矿其实还没开始经济。他现在可能想要先爆第一次，手去对方趁对方外面的速度。放在外面，这边也没有，你到不到？好，好，好，应该死掉了。对。哦，哦，老了这一只狂人是不错哦，很精锐哦，而且 F 这边完全没有注意到，两只攻面，两只攻面，好打起来。好，关于过几次试试都会喷一下，打个 B 区也爽。我硬打，这打得下吗？这肉盾一死就打不下吧？其实上个风炮基本上你这个刺蛇一样要压住，还是压下来，又可以再打过。一只狂人是直接把一个矿弄到瘫痪的感觉。好，那这边的海盗继续在。金王虫哦，那这边在利用这个四德车，有一刀出来，要撤退，撤退，大部分都这样守，把周遭的王虫清掉，然后推进引刀就守住了。那神族在引刀出来的时候，就赶紧把这些三矿开起来。哇，这很恶心哎！哇，看这次引刀可不可以
欸，刚刚火星有看到引刀吗？应该有，然后他拉走了，他应该看到引刀了，他真没有看到引刀。哇，掉了 BF 跟 BG， 一刀一刀，拉走了。我觉得可能要打一打一波。那是要和白球啊？你说人家赤子那么多的情况下，我觉得他用闪电不用白球。对，闪电还是比较强啊。现在也闪电那么猛，对，怎么可能用？但他到现在还没有把自己三方放下去。就海盗出去的电王虫。哇，我看黄总回血啊！哎、欸，不要看海盗金啊，他是扩散不伤害、啊，他是扩散的、哦。嗯，了解。哇，这边家里藏了一堆刺蛇哦。哦，哎呦，黄白球了！真的假的、啊？体术狂白球那么强？隐隐潮流哎、欸。我的王总侦查范围太远，对。哇，糟糕！这一边感觉是要顺便来开这个矿，感觉上要夹着一波。好像是数量感觉没有到非常多啊，不好说耶。那因为他一堆灵矿石。好了，第四地先被清掉。我怎么觉得这个好像刀死的？这包甲哎、欸，刀死吧！他们出来当肉盾。好的，雨神 GG 了。不要雨神，这个太亏了。不合理啊！我讲，我就说嘛，他把香港一当香港二打，开创不可以。他在经济上已经落后太多了，人家三矿已经运营了，然后四矿比较开，然后所以你们才把自己放上去。对，你要干有没有先打？对，就发现对方的兵力都不顺畅，还被包夹。老实说，我觉得他刚刚不是白球，还真的不好说哎、欸。我要三好加闪电，有闪电的话就有得打。闪电一发速递，哇！哇！是电爆，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再来一发！哇！刚刚是直接一坨，火星没有发现他有闪电，你知道吗？应该还有一发，应该有一发。他其实没电了，可以把他合白球。太神啦！哦，没有电了，还行。闪电！哎、欸，按你方式哎、欸。那就往前走，这是俗称的脱节吗？我要手枪送掉。刚刚那些狂人加那个白球，应该就把那波输了。对啊，这种赚吗？还好吧。狂人大招，就不要送了。啊，没有。我觉得好亏哦。我觉得这一波交好分，他刚刚应该是不要那么急的打上面，先把下面那部兵吃掉再说。对，你吃掉你身上还有两颗白球，对不对？那这个矿基本上他如果阵型不好，也是有机会拿掉的。你们看，我感觉是局势上的力。哦，雷克斯。这不是兽分有什么任务？兽王美人，体脂肪减了10%，有点实力。同学们的70%降到60%，有那么多70%，基本上很恐怖哎。哇，糟糕，都要被蛇吞。70%那个体重大概400多，很恐怖。啊，这个要蛇加勒克。基本上你没有电，根本打不赢这个组合啊！他有电了，火龙骑，我38电，真难得。这么润，哎、欸，润还赢了第一场虐菜，现在都用火星打，我现在准备提3本，而且是双金王都要成功了，一发先电勒克，哇，电很多，有多有多，我这可没有电死。奇怪，是电115滴吗？是改弱的、欸，全部残血，这好亏哦。刚刚电完那个还有10滴耶。对。
所以你看它的血量125，应该是理论上电影是犹太生意血。哦，我觉得这一波首富不好说，又有机会拖。而且其实瑞的兵比我想象中还多了。他刚刚前面被吃那么多防御术，其实兵还蛮多。而这边好像绕了一狗，这是狗吧？绕了一狗，很快，他去咬他的四矿三矿那边。对的。哦，三本。哇，这边有大量的勒克跟这个刺蛇来做防，侧面有一波狗哦。不过三矿光矿非常多、哦。四颗有守好，对，这不好说，因为他有闪电，有闪电，下一的深度在有闪电，一切都可能。嗯，没错。就这桥，还记得这个桥吗？嗯。哇哇，这边直接往前 A 哦，侧面有刺蛇跟任何在做包夹，很难的。你前带两个 OP 哦。哦，哎、欸，后面龙巧多、哦，哇，前面这个闪电还行，这边啊，这边是电光的，对，这边有低消，不过没有 OP， 哇，这边直接被秒，哇，李凯欣好像有机会打下来哦，李凯欣双线啊，哇，这龙巧多、哦，这个龙骑跟追是不同龙不一样的东西、啊，对，好像后面补了这几只肉，后面好像也够用。要撤，要拔撤。哦，对对对对对，对，这波算是又被瓦解，不过雨神也顺势开出自己的四矿，没错。好的，好的。刚刚其实他想要运用一边逼对方拉部队了，不过其实刚刚其实火星在侧面就已经有准备一波部队来打他的这个东西。那刚刚有个关键就是，其实刚看似好像你不要打进去，不过后面出来的四级肉身直接把人。好，虫族这边要转破坏虫哦，那就俗称蝎子啊。那蝎子的功能，它主要真的要用就是来喷那个红雾，没错。喷红雾的话，在里面的单位变成是射不到，远程射不进去里面。就是很克制，很克制，像这种龙骑的单位，射不进去还是射不出来，反正就在那里面变成无敌嘛，密室超高的，就是你只能用戳的，不能射。哇，这老实说，雨神的冰量让我觉得很有实力啊，他前面其实蛮亏的，说真的，还是他其实。退役新台二，然后埋头苦练新台一。哇，如果对，那这样的话就射不进去。那这样的话，我忘记是射不进去还是射不出来，还是都有，这个我有点忘记了。这个五矿，这应该算四矿。四矿位置这边其实被这个大神直接挖走。那以目前来讲的话，经济来说，其实我觉得是平盘的，因为雨神他的矿，他的四矿是算是全新的矿。那看一下这边火星的上角矿要取消。对，火星这边矿来说，感觉上它因为它毕竟前期踩的比雨神还多，它控制有点庞大。然后我来看一下那个，现在以经济来讲的话，我觉得说不定是雨神是稍微领先的。四矿打四矿嘛，对。感觉 OP 带好多啊，不过这一个宠物，给的这一个毒物哦，直接一退。哦，苹果也真好。但是龙骑，哇，龙骑都不给你。哦，痛了，对。那你现在就不知道吗？雷兽。我觉得刚刚其实我选有失误啊，他有绕狗去看下面空投，但他没有去注意上面他有啥东西。他其实目标应该是，就是封住你的四矿，然后跟你四矿打三矿，然后用多余的去打。就被雨神偷开了矿了。而且防御波里面有很多防御角色，其实对于现在这个角色就是不错。好，哇，这一波虫族的兵好多啊！我看一直线，从家里涌进，哇，有点危险了。对，大家不要看这个画面，这很难操作的。新海一的部队整编死了，这十二只对不对？八只，十二只。
所以基本上重组到后面全部都是一直狂黑狂黑狂黑的，对不对？超累，然后你的医疗里全部都是主管，对。要通过这个东西，看一下。哦，其实你刚刚喷了一口，所以让它血变成一部分，做到声音，但是布就不会狂。对哇，这一场长期看饭，目前这边雨辰也是顺利开出自己的五矿哦。哇，如果这个矿开下去的话，我觉得对于火星来讲不是很好。虽然火星在左下角以后，它中间的地方，左边中间的地方也开了一个矿。打不住的，你理解度接受这么大，你讲。哇，无敌的遁地兽啊！哇，超猛！我是硬打哎、欸，不是他打不到啊！对啊，打不到他硬打哎、欸。可是目前来讲，金甲的发挥还不错哦、喔。不对，对方来说也是打不到你的。嗯。还有附近枪队的那个金甲，对，这样子打的，哇，一发把他去电。黑电池，黑电池，一发电池，嗯，黑电池。那时候刚刚那电完，都是没有电池，多可能。哇，后续跟火星的兵力有点多啊。又没电池哎，怎么这样？怎么有些会电池？那个盾地兽可能原本吃都没了。哇，突破被瓦解。刚刚其实对于未来说那一波是很强，因为其实有大量的人气，硬换，哇这样，当天还在打这个，哇一发金甲，打不掉啊，不掉，你可以不要这样吗？人家是用全部的方式去换你的，让他今天发呆，然后给他一点资金。这个我现在兵要发呆，就是那个，嗯，原来连金甲虫的蛋也会卡，会卡蛋，会。你有可能丢出去那一发空包蛋，就是因为你被矿卡住冲出来。我有类似的经验，这实在是太白痴。知道你那。原本你丢两只虫下去就是要把装炸死，就那两个都空包弹，你就知道那当下多准。他告诉你怎么看，而且现在一打得好的，一定看得到那个金甲虫在的空，一阵就把头兵都拉走。我又重整开始哦，又是大量狂狮被白河跟闪电。哦，不过对方勒克很多哎、欸，就两只金甲，金甲就来打勒克。但是他有那个红雾的情况下，那个遁地兽的存活率超很高，他瞄准雷兽啊，那种现在一点雷兽，那种现在那么强，嗯，现在的雷兽是爸爸，你知道吗？不过神族是没有那么怕，你说就蛮怕。哦，不过哇，这个怎么控的、啊？你有看到他那个小地图有？他是一瞬间把这个这么多的部队一口气往那边淹嘞、欸！哎呀，这个电，我是电的很，电好电满嘞、欸，好扎实。对，但是盾地兽他不能 A 哦，这 A 要去盾地兽把你擦光哦。对，超难拉。哇，金甲哥伤害也是被金甲被点击，我再拆，我两个都再到，时间超过。这边感觉上火星上有点大意，他也送了不少刺石，他为了点亮那个金甲，对。哦。哇，这场老实说，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到目前为止，应该是我播过目前最久的一场。对，还蛮精彩的、啊。双方互有往来，这边。你保持之前不太开心这样子。打两个兵肉。好，强兵冲阵啊！我这样插起来，那个框是血是耗不起的。对。哦，这一发电不错，杀了两个勒克，三个勒克，就算了。
啊，这个电都挺结实的，是不是？哎，那个大宇怎么推荐能用？要是控闪电，要控金甲虫，那不是巨像哦，你要把它当猎弓球。没错，等于是你在控闪电加猎弓球。哇，这个没有，你看。你说被电还是不会死，人家专业的好吗？目前，雨神跟那个火星的两个主矿跟二矿都已经打了，现在余则应该是三矿打三矿了，超猛白球。哇，这边这个车推拉电兵，我电这个也是蛮扎实的，金甲要下来骗人，哎呀，这运输机，哇哇。哦、我觉得好亏哦，这两个金甲，神族损失所有的闪电跟金甲子。太骚了吧！仿佛看到当时那个大雨神在打那个什么大都会的，我也忘记打什么什么。这边还丢两根闪电，一直电啊，那个叫什么？哎，他怎么是那个大都会四人组，中间有瞭望塔四个角的。我在跟线打有一场，在那场闪追跳到风口那种，忘记了。我知道你说蓝山啊，对。然后那张奶龙在那边出坦克不架坦克，你干嘛这样子？人家要。然后那一场我那一张如果输过 AK 一场，又扫过台，又扫到台风火。到底叫什么鬼？安提卡船厂啊。安提卡吗？对啊。那张图大雨神就那张图把那张电爆了。啊，要死啦！里面有两只电，就这样。哇，有丢出来就好了。出电光那一方，我说这边看起来蛮强的，不过没有金甲虫，打乐克不打兵出来就死了。哎、欸，蝎子位置，快跑啊！不可能，时间帮我躲进来。哇，他火了。我看到，里面都是遁地兽，对，好恐怖，不一样。好，这边一样是要继续建装工兵，没错。哇，像雨神的矿剩下两个哦。其实现在老说硬要说经济来说，其实雨神的经济比火星好。一二三四，放打一二三。嗯，因为你看火星的，它有三个矿，够干的。然后它不是两个矿吗？对。然后那有人三个矿，就已经三，它三个矿之后就在干。我、哦、这个很关键哦，这一波是一个很，哦，直接就，哇，这个火就要崩啦！这电，我们蝎子用好，我只能说蝎子用好真的是，蝎子有个技能是可以吃队友，对。那补魔力，对。好，这边第二只金甲也出来。哪边比较机会？我怎么看都觉得神族上是七三。嗯，你觉得？我也觉得神族就是这样，因为那我到七三嘛，对吧？我大概觉得六四吧，六四到七三，就神族要。因为我是在主观去看那个矿石啊，因为矿这种交换，通常都是以量取胜。我就觉得没有机会跟他打的，我就要看一下那个雨神的那个五矿、嗯。如果那个五矿，哦，好了，对，真不赢了。什么龙鹏？哎、欸，等等，不好说。这一波强势推进，不过这个口，哎、欸，闪电直接爆开，哎呀，爆了一只闪电，然后绿雾直接喷到脸上了，瞬间之后直接埋到那个红雾里面。哎呀。我这个白球扩的伤害有点给力哦。哦，没有 OB， 超一只 OB。哇，一刀！哇，这边没有王虫。其实王虫周围都是啊，他随便拉一只过来就好。他这没有发现我一刀，对。我这最多王炮，最多光炮啊！有白球，有电电吗？不好说啊，哇，不好说，不会王炮。哎、欸，刚刚你讲的哎、欸，你是说七三吗？我说七三，但我没说他会赢的。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呢？那人家几百就是陈老师。我把崩开了。
直接抽掉一个反击，太狠了！我觉得是刚刚反击太强，如果刚刚那多两发电，哦，吃掉些子，如果刚刚那多两发电可以飞出来，而且金甲还有三个，哦哦哦，金甲，哇，好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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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个，这个在想吗？全部都不见了。我想金甲还有一个用法，可以炸这个狂人士去扩散它。你知道刚刚对方的。 对方的那个飞机都死光了，哎，还有一些吧，等到死光了，这一波哇，这金甲狂，伤害有点多，这样子炸一发100多滴，好痛哦，他是一炮100多滴，哇，我跟你讲，不要慌好不好，不要慌，这种这，你知道现在对于火枪来说是亡命的一波吗？他已经没有经济了，你知道吗？对，可是追女神，他左下角还有偷开的矿，不然会发现。 接住了不好，哇！一发就拉回爆开，两个光炮跟两只银炮，里面的龙虾。哎，这电兵，太忙了。哦，他想用金甲虫跟光炮来防守。 哦，但是火星这一个假晃哦，直接往中间做进攻。假晃是吧？没错，假攻，没有打过来。哇，这个虫族的阵型蛮好的，但兵量不太够的感觉。中，看起来中，好恐怖！你不觉得看到些金甲虫很恐怖吗？这样强，四只哎，四只可以守多少次？ 一发下去，我是放了光弹，就全死啊！一发下去就全死啊！还有四只可以轮流丢。哇，这个太明目张胆了吧！你当人家棒槌啊？不知道要爆开，我就这样射不出来。他刚好没视野了，不是吧？这假虫是射不射啊？ 好有电，不算不射，实在是不在乎是什么啊，不算不射啊，这就是标准的卡弹，哎，电歪了，你知道吗？它电歪了，在那个地方光炮是没视野的吗？哎呦 ，OP 啊 OP 啊！ 哦，再吃个啊！ 哇，强买哎，买哎，哇，发疯了，怎么了？发疯，哇，糟糕糟糕！火星发疯了，哇，这好亏哦，哎，他用他几乎的主力部队来清这一坨，哎，跟神族的兵在右上角，闪电被抛弃了，他保留他圣甲虫，保留他的金甲虫，但是放弃了闪电哦，那是他正面推过去。哎，我觉得刚刚其实金甲虫如果有活个两三只，就有活吧，有活吧，都曝光了。 我记得爆两只啊，活了吧？运气不是我飞走一个，还是没有，有有有。哇，这边直接要变形，然后被抓到。他其实是要变成个蛋来当弓。是这样吗？要变，可以这样子。鞋子，鞋子，鞋子死了。鞋子死了。 不要奶人家了，大雨神就是这样被奶到退不出来的。如果你说他是人类选手，这样说我可能会继续接受。大神主哎，大雨神的实力有点坚强。双方还有一个瑞克，哇，这个矿。 哇！光明被电光光，爆开了，不见了，完全没有，这是虫族做的电光。对，没钱。这个矿一旦掉，虫族就没有补贴。那雨神下角那个矿还可以，还可以趁机增加。啊，这阵型神族真的很好啊！外头打狗还是蛮给力的。
颗百合打的。那白熊的动画多丑，对，说多丑多丑，没错。哎，这几年代的东西了，不要要求太多。你知道当初你看是不是觉得很帅？我跟你讲，你当我看到那个白熊那个攻击动画有多丑，都想到我以前为什么会无法接受。那以前你就觉得这白熊超帅，信不信？会这样子，你觉得哇，这个很合体耶，哇，它还有激光哎，真的很丑。哇，猴子应该知道大势已去，太神啦、啊！还不愿意GG哎、欸，那差不多打GG了，打GG。好，最后火星打出了GG哦，那这一场将近40分钟的混战哦，最后由 Rain 成功击败了火星晋级 B 组了。结果目前率先进入的三个都是神族，都很，到底谁说神族比较弱？到底谁说神族比较弱？对，但是有一些比较有名的也还没有真的出来，像解冻，不知道魔红有没有打职业赛？对，四皇目前只出来地主而已，对，所以我也蛮期待 Spray 去打。不过说真的，其实火星也打得很强，也是蛮厉害的，厉害的。对，那只是让大雨神他，我觉得最他的关键是他偷到上面那个。那个矿泉是关键，因为其实中间有一波，火星去他绕地狗去看下面之后，就没有注意到上面的矿其实被开起来，他有去抓下面的矿，但没抓上面的矿，对，然后被偷开了蛮久的，对，好，所以我们再一次恭喜这个大雨神晋级之后的12强啊，对，啊，率先是第一个地主出现的，大雨神本来就是打新海物的，对。好，那等一下呢，要播放就是败者组对抗由这个 Light 对上 Force。好，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大家看什么？对。지금16강진출에성공을하셨는데기분이어떠신지소감좀부탁드립니다네우선초반에되게유리하게시작해가지고좀약간방심을했는데그래도일단이겨서다행인데연습때는더잘할수있는데좀살짝살짝씩아쉬웠어요단계는그또캐논러시를하셨잖아요네근데또김정우선수가가스트릭으로네들어왔어요당황하시진않았나요일단정우형이약간제가연습때나뭐개인방송통해서정우형이랑같이할때원래좀제가페이크를많이줬어요개떡을하면서원래는근데이번에한번해봤는데그래도대처가좋으셨는데살짝방심하신것같아요원래거기서포즈를짓게해주면안되는데살짝방심하셔서제가유리하게할수있었던것같아요김정우선수를겨냥해서빌드를가져오신건가요그러면네겨냥해서준비를해오셨다그러니까굉장히경기력이근데그래도깔끔했어요깔끔한편이었는데본인스스로를오늘평가한다면몇점정도주실까요그래도일단올라갔으니까1위로그래도한9점정도는줄수있을것같아요후한점수네요예1점은왜부족한겁니까1점은모르겠어요네 그냥네그래도방심을해서네올라가긴했는데제가살짝방심을해가지고원래그처음에제가공격을갔잖아요정우형한테근데그때조금원래2등만보면서뺄수있었는데거기서좀경력을많이소모한것같아서1점을네뺐습니다예요새그많은선수들이이제스타크래프트1으로복귀를하고있는데단기간에굉장히많은실력상승이있었어요예그어떻게해야실력을좀늘릴수있지좀배우고싶습니다일단솔직히말하면일단네재능이있어야되고요아재능이있어야되나요네그리고네올리고싶으신분들은네제개인방송와셔서오셔서네제플레이보고배우시면될것같아요저도보러가야겠네요예아근데네오세요저도요새게임을하고있는데네안늘어요실력이아저도봤어요개인방송하시는걸봤어요예네재능이없는건가요네재능이없는건가요근데되게잘하세요생각보다왜냐하면되게오래되셨잖아요게이머하신지가한10년전이었어요13년전에근데투원에서하시는데생각보다손이깔끔하시더라고요이야네그래서제가조금만더다듬으면예네나오실수있을것같아요 AS 예앞으로정인종이인정한남자로불러주십시오 아감사합니다정인종선수끝으로이제16강전각오한말씀네부탁드립니다일단어떻게하다보니까벌써16강까지오게됐는데사실예선에서네홍규한테질때만해도여기까지못올줄알았는데일단여기까지왔으니까좀더높게
적어도 시드 정도는 받을 수 있을 거라고 생각을 해요. 오늘 경기를 해보니까 생각보다 게임이 잘 돼가지고 네, 팬 여러분들도 항상 응원해 주시면 거기에 걸맞는 네, 성적 내도록 하겠습니다. 감사합니다. 감사합니다. 축하드립니다. 네, 지금까지 정윤정 선수 만나봤고요. 이제 다음 경기에도 이건 영화 속 이야기도 누군가의 막연한 상상도 아니야. 누구도 기가를 본 적은 없지만 이미 기가 속에서 살아가고 있어. 이곳의 사람들은 감염병을 두려워하지 않아. 빅데이터로 병이 퍼지는 걸 막아주니까. 재난에 절망하는 사람도 없어. 어떤 상황에도 안전통신망이 세상과 연결해주니까. 에너지를 걱정하는 일도 없지. 복합에너지 운영 시스템이 알아서 관리해주거든. 이것이 KT 네트워크의 힘. 미래는 기가로 이미 시작된 거야. KT 항공 시뮬레이터 체험관에 있거든요. 오늘 함께 승무원 분들이랑 같이 먹어보면서 소개해드릴 거고요. 와 이게 더 신기하네요. 오. 한번 드셔보시겠어요? 네. 미겸 정도 한 입 씹으면요 입안에 육즙 같은 게 확 퍼지거든요. 그 리액션 한 번만 해주시면 안 돼요? 아유 감사합니다. 아이고. 기호에 따라서 선택을 해하셔서 맛있게 드실 수 있으실 것 같아요. 덕분에 네, 잘 먹었습니다. 큰 김치 사발면, 큰 튀김우동 사발면, 편의점에서 구입할 수 있어요. 와, 근데 이거 봐요. 오, 그냥 진짜 생김치네. 오, 김치 건더기가 엄청나게 부지미야. 김치찌개 느낌? 오, 쿠키 같아, 쿠키. 뜨거운 거에 넣는데 바삭바삭한 게 남아있어. 솔직한 맛 평가. 김치 건더기가 진짜 많아요. 요거는 진하고 우려낸 듯한 느낌. 튀김우동이 되게 매력적이다. 오늘 이렇게 보니 나 심쿵. 내 껌님 내 볼에다 뽀뽀를 해주세요. 아니 내가 마 친다. 뽕뽕뽕 누리야 봉. 마블 히어로즈. 제가 사실을 이제서야 밝히는 겁니다. 마블 소속입니다. 이제 이 로파이더맨과 함께 마블 좋아하면 키우는 거 재밌을 것 같아. 재밌지? 와! 여기 유저들이랑 다 같이 막 이동을 하면서 깨지는 거라. 마블 히어로즈 2016 마스터. 자기만의 캐릭터를 육성하면서 활용해주는 게 굉장히 중요하네요. 파워. 그린 고블린, 고스트라이더, 나이트 크롤러. 취향 적여가셔가지고 플레이 하시면 됩니다. 개인적으로 난 아이언맨도 플레이 해보시고. 여러분, 예뻐지고 싶죠? 여러분 이거 보신 분 있는 분 토니모리 정말 살짝 이거 봐 여자는 이래서 메이크업을 해야 한다니까? 유제니께서 포토샵을 현실로 안 해라고 하셨는데 오마이갓 사랑한다 지워지지 않아야 되는 게 포인트야. 이렇게 푸시하는 걸 눌러주면 돼요. 이렇게 하라고. 어때요 여러분? 야 너무 예쁜 거 아니에요 지금? 앞으로 더 많이 사랑해주세요. 세상이 미래를 상상할 때 우린 미래를 만들고 있어. 우린 자동차와 도로를 연결해 차들이 스스로 움직이는 길을 만들지. 빅데이터로 금융의 패러다임을 바꿔 은행을 찾아다닐 필요도 없어. 미래는 멀리 있지 않아. 우린 글로벌 기업들과 힘을 합쳐
5G의 세계적인 기준을 만들고 있고 누구보다 먼저 평창에서 5G 세상을 만나게 해줄 거야. 이것이 KT 네트워크의 힘. 미래는 기가로 이미 시작된 거야. KT. 赛季第九比赛，目前进行到了败者组的对抗，是由这个 BOSS 对战 Light， 抱歉，突然忘记了。不觉得 Light 长得像螺丝头吗？可以不要这样，这对他来讲是一种羞辱。螺丝风哎、欸，然后怎么着？台湾本土天王螺丝风。用事实，用事实，歌手用事实，你可以不要这样吗？比赛比言，用事实。我觉得这是应该来找我，不很像，应该来找我，不很像。哪有？还好啦，还好啦。好，下一表演开始哦。在地图右上方是 Light， 螺丝风选手，紫色的人类，不很像吗？大家说他如果，大家说他如果把眼镜拆下来，战斗力就扣100趴，对吧？你说螺丝风、啊，你这样讲好羞耻，真的很像螺丝风、啊，这看起来有点像那个对那个大陆的谁啊选手，记好他的脸哦，我要讲哦，啊，看像那个光炮男，吉姆大神，还好啦，肥版的吧，应该肥版，他眼睛好小哦，我都看不到他到底是放他眼睛。你大概10岁接触星海，我现在21岁，还是很年轻好吗？现在也21岁，你才21岁好吗？很年轻。我接触星海的时候是12岁，哇，更年轻。12岁接触星海，现在我不好说啊，过了18年。但突然想想，我的起步非常晚。嗯，我是08年，07年才开始打的魔兽。不一样啊，我说的你这样子没有比较劣势、嗯，因为
你是从零八年开始玩魔兽，对，但是你从零八年一直到2016年，嗯，应该这样讲，我们从进职业好，2011年，你这三年都在打激战，对不对？其实总有关一下。好，那如果是我的状况是这样，我新海一玩了5年，嗯，然后魔兽玩了1年，嗯，好，但是我中间在我断机战略是在2004年，嗯，2004、2005我就没有在玩机战，那高考。比如说我中间有6年的时间是没有碰机的，对，所以你觉得谁会比较有利？好像差不多欸，嗯，但是我有碰新海一，我碰新海一，所以对我来说，新海一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陌生的游戏。我打从一开始我就很强，对，你就觉得其实大部件我一上去打天地，我就觉得大家都很菜，嗯，那我只是很多操作东西不知道，像是我不知道什么叫做甩锥、甩光弹，但是我是不知道的，对，因为以前是没有人会甩这种东西的。你们大家这样好吗 ？Force 现在已经张开了，他不是睡着，他很认真想要张开，好吗？好，那这边就好。跟Force 探路第一时间没有看到对方的那个位置哦，好，就是第一次相互出来撞撞。这个，哎呦，他那边盖的是他第三个基地哦，哪里？他在那个地图边边角，在他的主矿和二矿中间盖了第三个基地。哦，他这个盖法有一些好处，他可以盖地势在斜坡。嗯，对，然后再来就是，其实我怎么想都是地势在斜坡。这个打法在十几年前就有了。嗯，以前可能不敢那么嚣张，直接把二矿开在二矿处的时候，对，他会直接把二矿开在斜坡。嗯，然后第三个矿才放在那个斜坡那个二矿那边。哇，这边直接一个开场二 B 零全压哦，而且是，那他是单命开矿以后直接补大量 BB， 他这场要打的一些，哇，久违的 BB 线，什么话？你之前不是说高德勒时期有一个误解版，但是那时候，但是没，就整块的打，嗯。就是你必须要狗子跑，但人家没有这样放的话，对。然后那时候他的对手，就当年的雅迪，他就很贴心，他就是不想推他，每次四场全部4场都被霸屏，这就白目，每一场都是大概3-4分钟结束吧。他已经觉得说你不可能每一场都放吧？对，但他就是每一场都放，太扯了。里面四只狗出来哦，被这个探测机看到，也不探测机那个探空龙哥，这让我想到有一场，之前在自由职业的时候，有一个选手叫做辣 TT， 台湾最强的盾，然后呢，他跟那个啊好像不自由职业，我忘记自由职业末期还是重置性的前期，他就跟那个马路打一场功夫杯，那个 TT 是那个吧，大陆那边的，对啊，中国最强之盾啊。Love TT 跟那个马路那时候打一场类似功夫杯的东西，忘记叫什么，魔蝎杯吧，应该是功夫杯吧。功夫杯第一届，然后 Love TT 4场都赢，然后马路4场都以2比0。我知道，我记得那一场。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小智他们转播的时候，他们就他们超气的，对，他说快爆气，他说我们花钱拿让你来送给韩国人，不是他们不是在生气那个 Love TT。嗯，他们是在爆气马路，什么市场都放二 BB， 那都有啊。你明知道人家会二 BB， 你每一场裸双是不是？对，也是。所以就跟那个包哥那一场有点像。哇，飞波压制有点凶哦，我不了。带两个医护兵有没有？两个妹子，前面一大堆汉子，地图有点近啊，对，上下点。来得及吗？不管怎样 ，A 过来，你看你盖那么多地势，他就放在站在门口等你了。不用上，哇，那火焰兵来了，这应该是不用上。我好慢的。哎，斜坡在哪？看到火焰兵了。我在想他会不会直接硬冲那个、啊，硬冲斜坡啊？一通全部上 GG 哦，你说直接走上去吗？对啊 ，GG 哦，有可能哦，他回了，他出非常，他非常在做了，
这一个意思算是蛮及时的嘛。他再玩个几秒就没了。好，然后现在派两支卫兵去地图的四处来巡一下。今天也盖了很多防空塔，因为他知道这一波压过去，不用飞常来。不错，飞常来了，而且看起来他们在几只？一二三四。四只。你马上就可以看到这飞常多一张。哦，已经开始做这个防空炮塔了，这应该盖很多，这盖超多那种。哦，这边，哎，刚刚的地方是在左上角的地方，对不对？左上角。然后剖开，不过有看到一只火焰兵在那边，然后这边飞常先回来清这些火焰兵。他做那个、欸，他做一个你们看过兵种，一个肥嘟嘟的，肥嘟嘟的，他叫做肥嘟嘟兵种，肥嘟嘟兵在胡乱我，他真的肥嘟嘟，不是啊，他不叫肥嘟嘟吧？那叫肥嘟嘟，他肥嘟嘟可以喷那个利率的，让你走得很慢。嗯，肥嘟嘟兵，我去看一下，但是他还有其他两个技能忘记了。你如果有玩驱动自己的剧情，第一关飞嘟嘟兵就有出现了。嗯，只是他是好像是，哦对，第一关就有飞嘟嘟兵。对，飞糖也是一支枪兵。对啊，而且我就是因为飞糖甩那个枪兵太强，你甩一下，飞糖那个枪兵又追不到，打针又扣血。没错，你甩就一支。哦，飞嘟嘟兵。不过他有可能没有出啊，那飞嘟嘟兵只让他升三个。他应该还是要出那个，应该还是要出那个重力。哇，甩一只兵哎，好痛哦、喔！然后又可以瞬间拉走，我狗刚刚拉走了，我没拉兵没有伤到。不过重力有伤害也很快，刚开了他也没拉走。哇，这一波茫茫的部队有点多啊。再看一下哦，前面这边已经在充分攻防，然后正面这边直接要往左下角做那个矿进攻，可那应该是要出生化部队加科学球，对，加科学球组的，用辐射去打对，非常好。我以前也是玩，我有玩的，嗯，你知道我身为一个星海一玩家，三体都会，嗯，很多都知道，因为它够丑啊，因为就这样。你玩星牙一的玩家自然而然三局都不会太强。不管是人类、天使的，也是那种，只要辐射互相两个互射手互放，然后可以穿到远，就可以把人家的攻击给杀光。哎呦，这边后面有大量的，我这边直接打过来，然后后面有大量的狗卡斜坡，一气难开。哇，这边要硬打，太拼了吧！扫描扫了一下，看到五根地刺这边，哎呦。做一堆拖运车，神龙奇袭哦，从侧面击入。不过这边刚好遇到大量的小狗。我怎么没打？怎么没打？狗被打一定会打。好，狗直接要溜人类家。那人类家那边有一大坨枪兵哦，超大坨。好，一下，一下。就自己的拖运也被拖干掉，因为这。怎么没有发生？变亏、欸，我觉得。就哪边？秃鹰刚刚其实死蛮多啦、啊。你觉得人类亏啊？没有，我是觉得还好。可是因为他刚刚下面有两个鬼有炸到两坨狗啦，我就可以接受。但是我是觉得应该很成功的。你看他要送两台秃鹰，这个怪就跟他拉扯。哇，直接打正面呢！这他家开第一次，你知道吗？第一次开，还有传，他有做传送门呢，雷兽塔。看来让雷兽加传送就比较大，不然枪兵太强。哇，好多啊！哇，满满撑得出来吗？他需要一点时间哦，雷兽还没出来，但是剩到二防一攻。这个要冲对方家换家也没办法，还是要过来发现对方没伤害。对，这太励志了，你知道
兵打啦。他前面放这个防护罩，那个对，坚挺无比，没错。他那个地质不会手动去戳别人吗？他根本没有想打到他，而且他那边还放小眼睛，哎不，还放那个小傀儡，飞过来就先吃一波啊！不许走！哎哎不，有点油，他不行。雷兽要出来了吗？我觉得是三矿被顶掉了。虽然说人类也是三矿，哎，人类也是二矿啊。还出了自杀虫，还去撞那个。雷兽要出来了，雷兽要出来了。我觉得没有经济的虫族跟人类这样打进去拖，人类也没经济啊。不过确实虫族要三矿打两矿，才掉血出来。剩下一公里，虫族是二防攻的。怎么样？人有三矿啊，容易跳过来。我其实这个部队量很难控制。如果你编队数就很少，不像星海一，星海一那么复杂，全部大量框一个就可以框一个。还有个筷子剑 F 1里面，框都十二只。石头出来，哇，空投，哇，一漂亮空投，但是这边的对方被，哎呀，科学兄，好，那我们下次看到他，哎呦。不是就是这样，就是这一波空投。好，雷兽来了，你很可爱吗？好可爱，你不要看他这个样，他很猛，很可爱的。好吗？刀好硬哦，一枪一个，好硬哦。但是雷兽没办法从那边进去。不过其实刚这船投下来就大概杀了60多米，我觉得差不多了。你知道科学球可以直接放那毒物在雷兽身上，然后雷兽就很猛，碰到谁都被搞死。但是如果说你在雷兽还没冲你的阵之前，你直接放的话，雷兽会被堵住。哇，这是 A 上去是不是？这干嘛空投吗？不是，他刚刚那边怎么 A 上去啊？果根非常 A 上去，他空投。这个弱攻是弱投。要空投吗？空投吗？空投雷兽不？放。五只雷兽，你到底是憋了多少时间啊？你以为这是二代的雷兽吗？没有，二代的雷兽还真的有点。那就我就说这样子，太绝望了。你知道二代的雷兽还真的有点机会，你知道吗？运气不好的机会全灭了，好烂，这个表面。你还有特异功能吗 ？BOSS 人兄真的是来卖你。你这个，他就算再爆一波雷兽出来，也打不赢了，好吗？人家科举球都五颗，他看到你有雷兽就直接往后推，给你放个绿物。这个是有会前赛的吗？有啊有啊，就已经有那个线上赛已经海选出来了。所以这破到的不是不要以为他很弱好吗？没有没有，他以为他很弱啊。不过我跟你讲，新海一确实是一个你双方实力有差距，打个100场也可以。嗯。只能100场。你像不像新海一还可以靠赛赢了一场的人。哎，想到这就想到那时候的网咖。我跟那个一个高中同学，我们打二拿冠军，然后我就网上看到一个丑不几块的男的，我告诉你讲过几百遍啊。你以为他很强，就你刚刚要联络方式，对，就回去你屌那场六场，我不知道，我告诉你，你就是想要说这件事情六场，我已经听了，不知道讲几百遍，他手速300多，但手速大概比你还快，但是那是他年轻，不是，我跟他讲，有很多新海岸的人手速都比我快，这个你知道，就我说那个。不足球上面放冰冰放在自己身上。嗯。哇，这雷兽好多哦，然后被分开几片那个星。好可怜的雷兽，被他被那个 UP 卡了。对。而且你知道，一代的 UP 好像没什么仇恨值，这二代 UP 仇恨值超高，你知道补血就被打。对。然后就像那样子，你在远远的地方就先给放冰冰，就是自己中毒的事。反正中这个毒就不能跳，不能笑，含笑半步边。他这样子跳，所以科学球都是传播部的，含笑半步边。那一步一步就是秋香，太多秋香了。
是很不 OK。枪兵的技能就是撸在身上，第一次跟他打，是佛野发火。没机会哦，只剩我吞呢。这是一个他想说，我好不容易打赢了这边赛，就算再难看，我也要努力的撑住。我还有经济，我实在应该是把我们挑掉了。这样只是消耗大家体力了，没错。哎、欸，他原本大概撑15分钟，他原本大概撑12分钟，他现在已经到17分钟，他撑不掉了，他们动不了。把你自己自在搞笑，跟科学秀，科学秀连那个魔力都不想省，你知道吗？直接就丢在王城身上，丢了三个王城。你讲没有？他知道对方没三矿啊，他全世界都已经巡过，这虫子要怎么打？他不写，你看他往后，他刚刚已经稍微往后仰了一下，他抓不起。他回去，他撑到一边，知道吗？他在这些地势爆开之前，他是不会跳。没错。他说：“我跟你讲，我还有四，我还有六个币。而且你知道吗？一代的那个矿可以挖特别多，跟二代不一样。对，然后到他打到现在已经游戏17分钟，18分钟，主矿都还没干。没错，就知道这个矿可以撑多久了。很有挡头的，我还有六个币。否则这边直接打出 GG， 打出 GG。好，那最后 light， 抱歉，我刚刚讲错了 ，light， 好了。”也不算艰难啦，感觉上一路就是一个屌虐啊，对，就是游刃有余，基本上没有在哪个地方遭受到一些重击的啊，但是不费吹灰之力，1-0击败了 FOSS， 那 FOSS 也结束了这一次 S 轮赛程。那赖这边晋级，接着他面对火星哦，那其实火星在第一场就跟他打，就是可能火星直接一个漂亮甩边，他就直接把他打入无底深渊，那这一场也算是赖的复仇战。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不要开始回转回来。I can't wait to hear your voice again. I am far from lonely, but without you I'm a mess. I close my eyes and drift away, and I'm wondering what you're doing now. When I look이건 영화 속 이야기도 누군가의 막연한 상상도 아니야. 누구도 기가를 본 적은 없지만 이미 기가 속에서 살아가고 있어. 이곳의 사람들은 감염병을 두려워하지 않아. 빅데이터로 병이 퍼지는 걸 막아주니까. 재난에 절망하는 사람도 없어. 어떤 상황에도 안전통신망이 세상과 연결해주니까 에너지를 걱정하는 일도 없지 복합에너지 운영 시스템이 알아서 관리해주거든 이것이 KT 네트워크의 힘 미래는 기가로 이미 시작된 거야 KT 오션엔 엠파이어 깔고 들어오세요. 개꿀잼입니다. 바로 시작합니다. 와, 전다 올라오고 있죠. 그 멋있죠. 보는 것도 개재미다. 하면 더 재밌어요. 자, 이제 그럼 나가가지고 공격을 한번 해보겠습니다. 함선 건조. 여기서 함선을 만들 수가 있어요. 실시간으로 이런 식으로 함선이 만들어져가지고 나가는 게 보인다라는 거죠. 자기 만든 함선을 또 꾸밀 수도 있어요. 돛도 제가 이거 꾸민 거고. 개물개. 좀 위협적인 게 생겼네요. 등껍질에 밥 비벼 먹고 싶네. 와, 레벨업 질입니다, 여기들. 쫙쫙 올라가요.
라면값 3,000원은 받아야 돼! 계속 나, 어? 김치 한 포기가 들어있어! 너무 섰어요. 라면의 맛이 너무 섰어. 이 뜨거운 물에 들어갔는데 이 식감을 어떻게 살린 거냐? 그리고 큰 김치 이거의 중점은 그거야. 김치가 필요 없어! 가자! 편의점으로 고고! 고고! 최고. 베스트 제품을 짜잔! 더 블랙티 런던 클래식 세럼이라는 이게 안티에이징이 이렇게 있는 제품인데요. 짜잔! 이거! 이게 딱 파운데이션 같은 색상으로 잘 나왔어요. 이거 바른 날에는요, 여러분 그냥 화장이 아예 안 번진다고 보시면 돼요. 짱이에요! 이거 진짜 너무 예뻐가지고 예쁘죠? 아, 예뻐 예뻐 이 색깔 봐봐! 네, 좀 신기하죠? 와, 굉장히 특이한 모양. 와, 오! 오? 돼요, 돼요? 오? 이거 조금만 해가지고 다 배우면 될 것 같은데? 혓바닥 모양으로 된. 닭발 같은 모양 있잖아요. 미키마우스 손 같은데? 예? 차홍 선생님이 기술력을 한껏 담은 제품이 바로 이 스타일러고요. 차홍 핸디 스타일러 많이 사랑해주세요. 세상이 미래를 상상할 때 우린 미래를 만들고 있어. 우린 자동차와 도로를 연결해 차들이 스스로 움직이는 길을 만들지. 빅데이터로 금융의 패러다임을 바꿔 은행을 찾아다닐 필요도 없어. 미래는 멀리 있지 않아. 우린 글로벌 기업들과 힘을 합쳐 5G의 세계적인 기준을 만들고 있고, 누구보다 먼저 평창에서 5G 세상을 만나게 해줄 거야. 이것이 KT 네트워크의 힘. 미래는 기가로 이미 시작된 거야. KT. 看2016 第二赛季第一组的比赛，那目前已经来到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是一个败者组的对抗，不是败者组，最终谁赢了是谁出现，一胜一败的一胜一败，那非常精彩，一个火星对上 Light， 刚刚 Light 用生化部队打赢了 Boss， 对，
那我们来看这个，他会不会再用的是生化部队来打那个 boss？ 对，打那个 FO。我今天觉得今天的那个 boss 他就根本就来卖的，他这场他这两场比赛都是打的有点。哇，他们这一组确实是感觉比较硬一点。妈，应该说他们三个啦，他们三个都不弱啊，没有不弱，没有。然后就有那个 boss 特别明显，先杀的都会在这组三个明星选手。赖的也算是明星选手。烂算，他在上次的那个打歌唱方面的实力很强，但打进四强。那我们来看一下啊，例如右下方是武器，就是右上方则是烂，这样子这个点位应该算是还对的来讲还算可以的，这不就刚刚那张图吗？不是吧？是啊，好的不是，就刚是那个 Ben。这是昨天那个被野 BG 打爆那个。好，德雷第一次攻击出去，直接在外面，他要开矿，他直接盖个补给站。是补给站吗？那个是补给站吗？房子啊？哦，补给站啊。他直接盖那个宅矿，他这样感觉装不到矿。那不是矿，二矿没有二矿，有啊有，有有有有有有。是他，只是这一次那个烂，他有改变他的造型，他这边明明就戴眼镜，他这边戴眼镜，那他可能觉得，突然觉得自己戴眼镜也是蛮帅的，很像罗斯矿，让我想到了奎特，OK OK， 星海二影帝，对。好，这边 Light 的第一次攻击蛮运气蛮好的，第一时间侦察到火星的点位哦。那目前已经看到确定对方是打一个裸装开始。那这边感觉上人类也是要直接跟着裸。哇，这么大胆！果然是跟着裸。我从如果看到你跟着裸，他直接开三矿。对没错。好，这边虫族第一时间也后面也侦察到，看到补给站放外面，王虫也看到对方的二基地放下去，那这边要直接再放一个 BG 来做一个建筑学。好，哪里？好，这张地图是那个风暴之眼，台风眼，风环眼，就是风暴之眼。嗯，台风眼耶，好怀念。就还蛮想看弗雷奇的比赛，上次有啊，他爆开了，被B组爆打爆了，爆开。输以后还笑，我上场前妈用两天时间，两天时间那么久就上场就爆开了。所以说是他B组那神打人的实力跟那个。好，那现在我觉得拉弓出来做一个矿台词。毕竟好一点点，然后虫族是把他的三矿放在自己二矿下面，三基地放在基地，然后数二本一生就补，好像没有生狗库了。感觉上应该是要补一趟这一趟，如果这种开子的话，应该没有意外就只要补趟这一趟。现在外面又盖哦，直接盖那个毕业补。看要打机械化的可能是吗？有可能，因为如果你要打兵营线的话，通常在那个地方应该是先放 BB 吧，先把 BB 补到两个或三个，会比较好一点。他就直接放 BF， 你再等一下有可能就直接出场再来放。好，你知道现在一封门很难吗？就那个很难封补的话，他很难封死。这有学问，因为我不是玩的那个，我玩家中的学问。你知道星海二封门很难吗？超简单，好吗？那个补给站还可以上上下下，不方便。封门还可以飞起来，你知道吗？对，现在封门攻击也是，哎呀，直接卡死了，直接被咬爆了。我这边在说那个洞吗？这 SCV 在那卡位吗？是这样吗？应该确定是打机械化
没有动，但真打我，打我一胸，哈哈 ，gay 的感觉，哇，好鸡哦。哇，直接三个 EF， 一哇，对，打那种坦克巨人，巨人启动，哦，非常惨，我还是两分钟一个直摊这条线，这应该还没感觉上，外层没有发现哦，因为他现在哦，下杆，时间差不多了，嗯。场也好了，放大这边三炮，现在火星要去开三炮。好，巨人启动，巨人对攻势还蛮猛，超强好吗？超猛，如果想到攻击力就很大了。公测的时候把攻击用过，完全强到死。我话还没有在正式比赛场上用过。战狼吧，战犬，战犬。可是它跟巨人是一样的东西，不一样，不一样，一样啊，不一样。它能打攻，能打地，好不好？它打地很强，巨人打地很烂。一样吧，一样。它打巨人打地很弱，所以它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如果你今天要用人类虐一个狮子座，就出一堆巨人虐它。我想绝不会，我绝对不会去虐他。这种概念有点像是你对方没弱，就出一堆危机虐他。大概就是用巨人全打巨人的样子。我觉得刚才他很多，我知道你是有出过200人头的那个工兵啊。我想虐人用多少方法？你要虐的有趣点，不然就是出200人口的巨人。不要闹好吗？你看，你就出200人头的呀。很强哎、欸，到200人口，根本可以打重组了。我们跟你看一下，如果双方实力有差距，嗯、就各种喷自己科技拳，然后一直去摸你的。好惨哦，这个非常刀就被这个巨人喷成狗。那巨人真的蛮猛，这也不算雷神缩小版。我觉得他的对控比雷神强。嗯，大家对地比雷神多太多，雷神的对地很强，对啊。不小看欸，雷神很神欸，之前的那战空投雷神战就这么白痴，又下来打不死然后带走，好远啊，就是是吧，巨人啊，对方超强，所以我才跟你讲说我那个正在虐啊，嗯，200人口的刺口打人类，他有巨人这个单位，他会被我的刺口打爆，你知道多虐。 yes，他也知道我出刺候，他出一代的巨人打不赢我之后，就是你知道吗？糟糕，这边刺蛇全部逼过来了，就是人类有发现吗？人类的部队全部分过去了哦，我人类要直接爆开了，对，我就要爆开了。没有，他回救了，巨人数量还蛮多的，不是蛮多，是非常多，比对方刺蛇还多。飞飞王虫。对地也不错啊。还行吧，是吧？不跟我讲，不然他跟我晃过去了，是吧？打不打？还行吧，我刚没有注意他打的起点。我想你就把他当作是维京将下，嗯，有点强。维京将下其实蛮强的，维京那个价格可以出几只枪？三只吧。好，他不算瓦斯吧？嗯，好，那算四只好吧。四只枪面的输出比较强，还是一台维京将下？我认识你很久，一支文件输出大概是2.5支，一支，所以你三支枪兵打不赢我，三支枪兵打不赢我，我已经对地也是很强，嗯，对，只是他的缺点是他比较薄，然后他没有像枪兵有那个有妹子可以帮他补血，他打不赢，哇，都拽，那我们要喷爆掉了。好惨哦，就这样分开夹击耶，啊人类没有三矿，不过两只巨人有点在你的矿里面，
相当能伤害。看两只巨人打赢两只复活，有没有实力？巨人如果可以呢？太不合理。我再讲啊，你讲，应该吧？好吧，我就不会让胡卡先说太多。啊，拉克森讲的听听就好了嘛。嗯，你刚刚听到过？我真的是海巨人中少量坦克。打不下来了吧？老实说，我觉得现在三矿打三矿还很难过。红族没三矿，对啊，他三矿被剪掉了嘛，现在还正在开嘛。红族这里算是亡命，嗯，这里这也没有满命啊。好，这边四台通音绕出去了。不甩光，不甩，嗯，不甩掉一台。绕进去看了，哇，抓到，他是防毒下的。哦，我们看像海星那个火星的经济好像还行，还不错。硬要绕对不对？硬要去看一下，很疯。硬要去杀三凤。我坦克架出来，可是现在感觉到这三控距有点远，真的不是很好开。哦，四台车都爆了，对，那两台车又爆了。嗯，我发现这是一个深攻击器，你知道吗？用左边的台，让它那个无影，然后让自己的空投时间可以到右边的。右边的二方区，哦，有了，有没有？肥肥兵，哦，这是肥肥兵，他就是肥肥兵，嗯，他是喷他对面干嘛？可以喷个绿的，让我觉得瘙痒难耐，是那种绿光爆点的感觉，没错。兄弟，哇，这一队浩浩荡荡的，我觉得很恐怖。所以买了很多雷来来阴你，我真的叫王子。哦，这场，哎呀，这场太爽了，糟糕，不放假。但这边重生率，哎，左边是被假了，这次可是死了一批哦。哇，这巨人好粉啊！绿绿的兵还在家里，肥肥兵还在家里蓄能量。真打哎，可是球哎，这巨人可以甩，还拉攻击快当盾，这已经是一波了吧？我觉得他打一波啦。超危险，因为他没有开单矿，然后有一群兵，有单矿哎，这边有一群飞飞兵哦，飞兵他们最快的兵，然后这个他有攻击吗？要啊，当我玩重组的时候，我几乎没有那个东西，然后就是来这个兵。他也是个虐人在用的，怎么都是虐人的兵种啊？那你飞飞兵，快点展现一下你的威力，先给他们个绿绿的。他飞飞兵要发呆，飞飞兵，飞飞兵做事。阿肥，阿肥在后面发呆。阿肥，阿肥可以对地啦，你在那骗。阿肥，阿肥在，阿肥在喷，你没有看？你看阿肥喷那个小虫出来，把阿肥喷到阿肥。他就是寄生王虫嘛，这样感觉就好了。他不是寄生王，我知道他，我说他有螃蟹、啊。他是肥肥兵，他是肥肥兵打坦克挺给力的，你有发现？他是直接一发把他吃爆了。嗯，找人家问。
封的拉开很开心。这飞飞兵是丢两个单位，两个单位直接爆开的，直接爆开了。完了，啊，就所以我是虐人兵种，我不要印象是虐人兵种。做外星兵，好感动，封我的兵。你看，你说巨人对立弱，我觉得巨人对立还蛮强的啊，对不对？是不是？白痴，只要巨人赢，难怪心海一发的。哇！最后活时风晋级 ，Light 复仇成功哦，因为他第一场其实算是他出了那个恶灵战机之后，基本上有做到事情，可是没想到被非常直接一波打掉，硬上，对，硬上哦，连防空塔无视你，防空塔直接硬顶。好，那这边 B 组的最后一个出现名额已经出来啦，就是有 Light 晋级。那今天的两个晋级玩家则是 Ren 哦 ，Ren 是 B 组第一名，那 Light 是 B 组第二名。对，那目前总共晋级的说总共三个神族在上面人类。对，那明天一样哦，明天一样六组、哦，同一时间在艾贝卡第一，那一样会转播进行 C 组的比赛。那谢谢大家今天收看哦，那今天的赛事已经全部完结，那我们明天六点见，我是八级，我是辉，好，我们明天见，拜拜，拜拜。이재호 선수 진출에 성공했습니다. 좀 힘든 경험들이 좀 있었을 텐데 어떠신가요? 일단 정호리그에서 일단 너무 좋은데 일단 정호랑 윤종이랑 하는 걸 보니까 네. 이거 제가 준비해온대로는 못 이기겠는 거예요. 그래서 오늘 마지막 경기 좀 도박수를 뒀는데 그러니까 준비하지 않은 빌드를 네. 선택을 하셨다. 네. 네. 그러니까 이런 식으로라도 안 하면은 못 이길 것 같아서 네. 한 게 적중했던 것 같아요. 오늘 이제 경기를 해보고 좀 보완하고 싶으신 점이 있으신가요? 일단 보완해야 될 점은 되게 많은데 네. 일단 긴장이 너무 되네요. 오랜만에 이런 무대를 겪어봐서 그런지 또 잘하는 선수들하고 이런 무대에서 해본다는 것 자체가 너무 설렜고 이제 군대를 제대로 하고 오랜만에 네. 너무 경기를 하셔서 무대를 겪으시니까 좀 떨렸다 이런 말씀이시죠? 지금도 너무 제가 이겼다는 게 좀 실감이 안 나고 그러니까 좀 진정을 좀 해야 될 것 같아요. 예, 그 떠오는 게 다 느껴졌습니다. 예, 본인도 그 첫 번째 경기에서도 그랬었고, 네. 또 이 후스인 예, 김범동 선수와의 그 경기에서도 뭔가 안 풀리는 것 같던데요. 이게 예, 아카데미를 빨리 올리고 나서 힘차게 뛰어갔는데 거기서도 좀 머뭇거리는 듯한 그런 느낌이 보였어요. 한번 원래 찔러보려고 하지 않았습니까? 예, 제가 좀 게임하면서 예. 아 이게 손이 내 손이 아니구나 이거 이대로 하면은 안 되겠구나 싶더라고요. 예. 그래서. 정우랑 할 때는 좀 도박수를 둬야겠다 생각했는데 예. 제발 섣불만 하지 말라 이 생각했거든요. 예. 그래서 다행이었던 것 같아요. 근데 최근에 그 방송했던 그 방송을 보니까 개방송 보니까 예. 연습할 때 누군가가 힌트를 줬어요. 다섯 번째에서 김정우를 만나면 행동을 해라. 누구였습니까? 지금 기억이 안 나는데. 처음 저도 잘 모르겠어요. 자신이 채팅으로 하는 부분은 그걸 모른다고 하면 어떡합니까? 어쨌든 그런 떨리는 가운데 그런 과감한 행동을 판단은 굉장히 좋았던 것 같고 근데 그 원래 이게 경기라는 게 한 번 잘 풀려야 계속해서 잘 풀리는 거 아니겠습니까? 근데 아까 그 김범성 선수와의 그 경기에서는 좀 끝낼 만한 그런 타이밍에서도 계속 막 이거 가야 되나 말아야 되나 그런 고민을 많이 했었는데 마지막 그 골리앗들 운영은 굉장히 좋았었거든요. 그 골리앗들을 다수 사용하는 그런 운영은 미리 준비가 되어 있었던 건가요? 아니요, 준비 안 돼 있었는데 그냥 즉흥적으로 한 거예요. 저게 이제 영호가 자주 사용하던 빌드인데 이제 최고의 선수가 만든 빌드다 보니 빌드빨로 좀 이겼지 않나. 또 이제 이렇게 빌드를 이야기하시니까 방금 대기실에서 김범성 선수가 이재호 선수가 바이오닉하고 벌초를 같이 써서 당황을 하셨다고 했어요. 아, 네. 원래 좀 스타일이 왜 그렇게 벌초랑 바이오닉을 같이 쓰시는지. 그러니까 네. 그 김범성 선수랑도 준비를 했던 게 일단 미친 적을 하고 하잖아요. 이제 그 체제에 맞춰서 벌초를 사용하면 되게 좋더라고요. 그래서
사전에 그거는 준비해 온. 김범성 선수의 스타일을 미리 파악을 하시고 네. 준비를 네, 하셨던 거거든요. 네, 아무튼 이재호 선수 인터뷰 정말 잘 들어봤고요. 앞으로 또 각오 한 말씀 해주셔야죠. 일단 저도 일단 16강 진출해서 너무 기분이 좋고 16강에는 조금 더 경기력을 끌어올려서 더 이제 오늘 같은 조금 잔실수를 안 보여주고 완벽한 경기 좀 하고 싶고요. 그리고 일단 이왕 16강 진출한 거 4강 제 개인 리그 최고가 4강인데 그 4강 목표를 꼭 뛰어넘고 싶습니다. 꼭 우승까지 하시길 바라겠습니다. 네, 이재호 선수였습니다. 감사합니다.